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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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夜晚去食饭咧，即刻嗰啲咩打边炉嗰啲全部爆棚嗰啲咩咩，最多人打边炉龙虎榜，你知唔知咁多间餐厅最多人排系边间打边炉？我考考大家，你觉得你喺香港生活咗咁耐，你知唔知边啲铺头打边炉咧系最受欢迎嘅？吓、啊，有人知道？有啲人话系啊，有啲人话系啊，我一见到咧就罩眼粒咧就系吉野家，吉野家就系最多，条队啊长到黐线。吉野家而家打个边炉系几钱啊？我一见到又即刻走啦，已经见到话唔使排啦，我话唔使旨意再入去等啊，我话等到蚊都瞓，我话开埋台都唔使食啊，我心谂我话黐孖筋。我喺冬天要喺吉野家打边炉系难过登田，每次去就已经见到劲多人，一系冇人嘅时候咧，你入去咧就咩卖晒，嗰啲咩咩火锅就通常就已经咩售罄啊乜鬼嘢，你就唔使旨意有机会食嘅，啊，跟住咧就大快活咧就冇咩人嘅。大快活嘅打边炉咧，最少人嘅大快活，可能系我即系我去嗰个商场系咁啊，唔代表系一个即系全面嘅普查嚟嘅。呢一个系一个非常好有狭窄啊，好有局限性，就系、是、我喺个商场度见到嘅情况，就 number one 咧就吉野家就爆棚，跟住咧大快活咧就系、是、最少嘅。大快活咧即系嗰啲生意系俾人抢晒嘅。点解我咁讲咧？就系、是、我入去大快活睇咧，就系、是、即系平时咧，我有时晏昼想去食下午茶，星期六日啊或者点咧，都已经塞到爆晒，咩早餐嗰啲搵到胃都难。但系反而咧，就今日咧就天气冻咧，就想过去。我今日而家爆棚，我今日会唔会大快活都爆棚啊？想打边炉，点知咧就有位嘅，就而家搵四人位都仲系好容易啊！咁啊，就会见到呢个情况啦。之后咧，就其他嗰啲咧，咩其他嗰啲打边炉嗰啲铺头咧，嗰啲又系都系要排队嘅，好多都有啲咩有啲日本嘢，嗰啲日本菜，有啲咩十姓牛啊，又有乜嗰啲咧，又系全咩有啲有几间啊嘛，有啲咩擦锅啊，嗰个叫咩蒜啊，嗰个字我即系三点水一个擦字，嗰个叫咩蒜。咩蒜锅，跟住有咩牛镇啊，有咩十姓牛乜，全部都要排队等位，即系全部人一见到天气冻，个个人都冲去，即刻冲去食打边炉，爆住香港一时之间塞爆晒，发个猪头啊！点解啲人要食吉野家唔食大快活？有冇人知道吓？点解？点解？依家个个人都宁愿食吉野家，好似吉野家咧，你知唔知啊？系为咗装为咗呢个打边炉咧，系特登装修过，好似咩全部吉野家嗰啲台咧系特别嘅喎。而家即系以前咧最早期咧，吉野家咧系用好似大快活啊、大家乐咁整个唔知咩炉，下低咧就有咩烧啲酒精啊定乜鬼嘢嘅，后来咧就。太好生意定点啊？发咗啊！之后就整嗰啲电磁炉，就好似平时嗰啲边炉铺啊、火锅店嗰啲咁样咯，系、啊、嘛？你点睇？你有冇人知道点解吉野家可以赢呢个大快活成条街啊？点解？原因系咩？吓、啊？呀！咩今日搭的士啫？有个的士都话，寻日有个傻仔听佢啊发噏风，佢话嗰个系咪你啊？呀！点会啊？佢点会自己爆自己发噏风啊？如果佢真系发噏风啊，你知唔知啊？我寻日发噏风啊，乱噏廿四啊，同啲乘客咁样讲咩 short 嘅你都
一睇就知你嘅亂笠廿四啦嚇。又話日本嘢啲港女中意，所以就嗰啲吉野家嚇、啊。即係你意思係吉野家係？你以為嗰啲肉啊，所有食材都係日本啊嗰啲咁樣嚇、啊？你嘅吉野家就係咁樣。咪啊，大陸米，我記得有一嗰陣係咪有試過？佢話咩福島嗰啲，佢即刻話唔好意思，我哋唔係用福咩日本米，我哋全部都係咩喺大陸米，佢自己咁樣講啦。哦，咩黑龍江定乜鬼嘢啊嘛？佢話佢哋用嗰啲食材全部係啊，唔係全部米啊，好似係黑龍江。我啊記得佢即刻貼咗個 poster 低有張告示嘅，就話我嗰啲唔係咩嚟嘅。因为吉野家打边炉会叫做沙布沙布，跟住就可以买，即刻啲友又好中意。嗰啲啊咁大快活都开一间，又整一个沙布沙布，咁你哋系咪去食先啊？系嘛？点解你哋唔去大快活打边炉？好，出到嚟，可惜啊，顶唔到落去。我記得咧，講開啲咩打邊爐咧，令我勾起一啲回憶嘅。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有時咧就即係放學之後咧，就唔知要去補習，唔知補習前有啲時間食飯，一係咧就補完習已經勁夜啊，要食飯。嗰陣時差唔多已經係八九點嗰啲咁上下啦。補習時間咧就係、是、好似係好似七點到八點咁上下咁樣啦，嚇、啊。咁咧嗰阵时就即系好，一系咧你就食定嘢就去补习，一系咧就系、是、食完即系食唔系补完习先食嘢啊。咁咧就有一次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又细个，咁你又要去补习，你冇咩零用钱剩啊嗰啲咁样啦。我记得就系以前就会同一个朋友，有个同学仔咧就去两个人。有时两个人啊，如果每个人分别嗌咧，就嗌啲垃圾嘅，就嗌啲最 cheap 嗰啲唔知咩饭啊，啲咩嗰啲唔知咩节瓜豆腐饭啊，嗰啲咁样啦，即系嗰啲碟口饭啊，啲大家乐啊，嗰啲咁样，即系快餐店。之后两个人就咩廿几蚊，我话不如筹期大家怼一个边炉算数，即系劲阴个喺寒冷嘅天气。咁你知香港地咧，我哋又系好少着嗰啲校褛嘅，即系冇，即系通常我哋普通穷等学生嗰啲咧就费事买校啦，校褛最贵，打劫啊又唔暖，嗰啲校褛又唔暖又贵，又核突又样衰又笔。啊，咁啊，通常就唔会嘅。咁今日嗰阵时就好似嗰啲咩卖火柴的女孩咁，两个人咧就喺度刮晒啲神沙，撩嚟撩去。哎，我够啊，够咩？唔知五啊几蚊，嗰阵时系五啊几蚊嘅。之后就喺度话嗌个边炉啦咁样，跟住啲嘢饮啊，男仔嚟嘅。我个同学系同我一齐，都沙煲兄弟成日去玩。跟住咧就嗰啲唔知嗌嗰啲，即系佢会送一杯可乐定乜鬼嘢，即系我哋系嗌最 cheap 嗰啲边炉，有啲边炉系二人餐一人一个锅嘅，百几蚊我哋冇，我哋就嗌一个，跟住咧就嗰杯嘢饮咧，即系劲口，因为你打边炉又热啦，有时辣到个嘴，系嘛，黐孖筋咁都唔得。咁咧就跟住咧就有杯可乐嗰啲嘢，就一人攞支饮管喺度啜。即系就好似嗰啲拍拖嗰啲咁样咯，就系咁喺度饮啊咁样。之后咧就牛肉咧，你知嗰啲打边炉其实就唔会好多嘅。坦白讲就系五块啊六块咁，咁每个人就好珍惜咁，一人六三块。咁样你就嗰阵时就会觉得啊，好即系点讲啊，苦中作乐都会觉得几正啊，点点点啊咁样咯，就会有呢啲咁样就会真系。就好似我之前咪话有个朋友个爹哋就话咩食寿司会食埋啲萝卜丝，嗰阵我哋就会咁样嘅，啲咩萝卜啊，啲冇人食嗰啲嘢咧，我哋就真系成个煲都系食鬼晒，跟住系饮两啖嗰啲味精汤嗰啲啊，即系暖下胃啊咁样咯，呢个就会令我谂翻你好多呢啲咁嘅事情啊。有咩又话冻又要饮可乐，绿到个口都烂啦，仲唔饮可乐啊？咁鬼热，大佬。啊！
打邊爐啊，就係、是、會飲凍嘢啦，個口咁熱，大佬仲飲熱嘢咪錄壞個喉嚨，係嘛？哦，又係咪借錢嗰位兄弟？唔係啊，唔好意思，唔係呢個另一位啊，借錢嗰位兄弟嗰日練燒嘅時候，佢係俾我。即係嗰個屋企嘅環境比我好好多，就即係佢哋就唔會受呢啲零用錢嘅啲問題。我同呢位同學就比較清貧啲，就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啊！我哋成日就係、是、我哋有時就行路喺銅即係唔知喺銅鑼灣啊，行幾個站啊，慳少少錢都有啲有做過啲事情，慳幾蚊打機。因为我和这个同学是可以玩 Time Crisis， 两个人夹的话就是可以一个 credit 打爆机，以前已经是可以练到这样就是在那狂肥。即是我不是说即是你一放学啦，你当不知七点补习，那你当四点放学，或者有时五点放，那你落即是有时 你放学不知道去哪里，即是 hea 完在学校 hea 到没事好 hea， 就换件衣服去机铺咯。跟住就去嗰啲，你知咩叫 time crisis 啊？你可能冇去，而家街机铺冇乜，你都唔知咩叫 time crisis。time crisis 咧就系 Namco 其中一个系列作嚟嘅，就系、是、一个射击 game 嘅街机 game。咁有咩特点咧？系一个好经典嘅游戏嚟嘅。咁有咩特别咧？咁咧就系有个脚踏掣，咁咧就系佢平时咧就会匿喺呢档咧，好似玩射击 game 咁咧，佢就会匿喺啲木箱底下嗰度咁样嘅。跟住你有个脚踏，你夹出嚟，你揿个掣咧，佢又会夹出嚟，咁你就射，咁即系你可以避子弹嘅。咁呢个点解一个突破呢？以前啲射击 game 最早期嘅就系咩 Virtual Cup 世家出嚟 ，Virtual Cup 系点样呢？就系、是、你要斗快射，即系啲怪一出嚟，你即刻嘭瓜佢。如果唔系你就死噶啦，即系你要极准极快咁怼爆只怪，如果唔系你就中枪，系嘛？或者你射中人之后扣血咁样。咁但系 Time Crisis 咧就呢个新嘅系统引入咗呢个脚踏，俾你觉得，哎呀，会避子弹喎、啊，你劲喎、啊，点点点。咁当时就吸引咗好多人玩嘅，同埋要同时弹斗快嘅。即系你话，哎，咁我长期匿喺入边，我间唔时咧听到安全先射一炮，咁慢慢磨死啲人得唔得？唔得嘅，就会够钟。咁你又输，当中咧，我觉得最比较好玩同埋难玩咧，应该系第二集难玩到黐孖筋。第二集咧就花最多时间练，都系练唔到一条命爆技。第三同第四集都有试过啊。呀，除咗第一集之外，其他基本上系够时间，系啊系啊。第一集真系难玩到黐孖筋，第一集系难到癫啊！第一集系要射某啲卒会加时间嘅，系低能，系难到抽筋。如果你玩家用机板仲难玩，你用手掣喺度肥，我都包你输硬，你都冇可能赢到，都几肯定呢一样嘢。咁啊，所以嗰阵时就系成日玩呢啲咯，即系我哋冬天嘅时候又冻，咁喺机铺啊，即系人多热闹啲啊，冇咁冻嘅，咁咪喺度嘥下时，即系磨下时间咯，就系、是、咁样。所以嗰阵时系几犀利啊！啊 ，PS 一玩过系啊，佢第一集嘅家用机版就系 PS 一，之后好似冇再出咯，之后全部都系出街机噶啦。我觉得第三集都几好玩嘅，第三集好长嘅，而且第四集咧大概你可以玩过一个钟左右，你就爆到机啦吓。第三集好似唔得噶，长到黐线。第四集可能佢都知道太长咧，啲友磨烂只或者点样，唔使佢冇钱搵。即系去到后期，好多高手全部都可以一命爆机啊！咁啊，你今日个个玩个几钟，咁后边啲人已经唔使玩啦，系嘛？咁所以就系咁样咯。即系玩完呢个咧，后来玩到闷，跟住我哋有转其他射击 game 嘅，我哋又转咩有只咩 House of the Dead， 即系又系世家出嘅。第跟住唔知第三集系用散弹。即系俾啲过下人攰到黐线，攞支散弹，攰嗰支枪咧嘅劲重，跟住入弹咧就要喺度戳嘅，就喺度扮阿洛书王，喺度咁样喺度拉鸡，喺度戳嗰支嘢咧，你系攰到黐线，
玩完一关咧，之后嗰啲 CG 我哋抹一定睇，我话好攰，我话唔好，我话趁而家回气。通常睇 CG 有30秒俾你喺度活动下筋骨啊，或者点，如果唔系你嘅手可能劲攰，你又冇机会唞到回到气，实输啊！有咩三代劲正嘅啊嘛？三代咧，其实 House of the Death 咧就点有啲其实我嘅感觉系点咧？佢同 Time Crisis 嘅分别就系佢你要考你自己入子弹嘅时间。Time Crisis 咧，其实你好容易，你踎一踎低就入子弹。但系咧 ，House of the Dead 咧，如果你打大佬，你就一定要啱啱好射晒子弹，你先好入。如果唔系，你太早入射入弹咧，你又射唔切啲大佬，你又中招。呢个系嗰个其中一个技术性嘅分野咯。第三代就系玩散弹枪喺度射嘅，跟第四代就系机关枪，如果冇记错。第二同第一代都系攞手枪，如果冇记错。跟住仲有一隻系打字机 ，Typing of the Dead 嘅，我记得系。咁啊，打字机系点咧？就俾个 keyboard 你，好好笑嘅。即系佢话嗰阵时啲 OL 好，即系啱啱好电脑兴起啦。咁咧就会有啲丧尸弹出嚟，之后咧佢啲血咧就系啲文字嚟嘅，例如啊boyfriend， 咁你就极快打 boyfriend 啲啪啪，咁佢就即死。咁我玩嗰啲都係好劲嘅，有一次嗰啲有一次呢，我喺度玩打下机，我同我朋友打下机，跟住有啲女同学咁啱嚟到，之后佢就佢话点解你要玩呢啲 game， 我好玩咩，之后佢话係呀打字都有难度，我话你试下，之后俾佢玩之后即死。跟住我点打啊大佬，我话你唔係打字好叻咩，又话自己成日玩咩 ICQ 乜唔好意思，啱啱有啲人就话咩中文系咪打中文，唔系嘅，全部打英文嘅，因为你知道日本人整嘅唔通整个速成版啊、仓颉版咩？嗱，哇！如果仓颉版一定难玩到黐线，讲真的，极难玩，系、有冇玩过一只街机枪 game 系要踎低真人踎低？记得嗰只叫咩新宿咩案内啊？嗰只都几好玩啊！嗰嘢都好玩啊！佢出咗好多代啊，后来有一集咧，好似有啲盾咁样，唔好玩嗰集，好似就唔使俾你，唔再需要喺度喐嚟喐去。第一集就好玩，就喺度避嚟避去嘅，嗰集啊正。嗰集去到有一关咧，唔知有架铲泥车定咩，我唔识玩。个铲泥车好似无敌嘅挡子弹 ，download play one。跟住喺度狂射落去，跟住佢个铁皮射唔烂，一冲埋嚟，跟住你避，跟住最后冇晒时间输鬼咗，类似系咁样。咩条友跟住只 game 喐嗰只啊？我唔知喎，好似系啩，我唔记得啦。好似嗰条片好似系假嘅，唔系嗰只，嗰只系世家，佢嗰条即系你系咪话有条片？唔知好似泰国人拍定点嘅，攞住支好似 MP5 嗰啲枪喺度揈嚟揈去，喺度挫晒姿势咁样啊，系嘛？类似系咩？因为 House of the Dead 三支散弹枪，细细个嗰阵攞真系攰到黐孖筋，系啊，最攰系嗰个，攰到黐线。所以嗰、那个啊，仲有一个我都好中意玩嘅。讲开细个打机，其中一个就系剑道 game， 难玩到黐筋。剑道 game 最难玩系啲咩呢？我话俾你听，剑道 game 咧，佢就点玩法呢？就系、是、又系有个脚踏嘅，个脚踏咧就系俾你好似剑道嗰啲咁样踏前一步。咁咧就有啲武士会冲过嚟，你啊踏前斩落去啦。即系当然你要睇准时机嗰啲咁样啦。咁最难玩系咩呢？其实咧就有啲。忍者会掉飞镖过嚟嘅，你要劈走啲飞镖咧，难到黐线。因为咧，你要咁啱，因为你个时机，佢水点啊？佢个试点咧就咁飞嚿嘢埋嚟，你好难估到佢几时先系吉中你嗰下，你先劈。咁啊，劲难啦。咁啊，第二咧就正常咧，佢有啲超必杀技咧，系俾你可以打死啲远程卒嘅。咁咧唔知咩十步有九步咧，嗰个超必都系坏嘅，你系永远出唔到啲超必。超必系咩呢？例如有一招系咩转一个圈，跟住就会着火嘅一啲人系，我就系试过有一部机出到，咁出到嗰部机有啲咩问题呢？就系个脚踏坏，咁你见到人哋劈埋嚟，即系人哋冲埋嚟劈你，即系你冇办法抢先去劈人。
咁结果啊死啦，就系、是、咁样咯，就嗰剑道 game 永远玩到第三四关到啦，你冇飞，你冇嗰啲超必杀技，你已经唔使玩，讲真啊，好。嗰啲咩呢啲劍道 game 啊，同埋呢啲大型咩 Time Crisis 嗰啲，通常係去咩細都係大機鋪噶啦，咩世茂啊，以前仲有咩世茂黃室堡，黃室堡以前有間機鋪，你知唔知啊？世茂係應該最多嘢玩噶啦，世茂係最多噶啦，以前 Bandai Namco 因為佢自己都係做 game 公司，哎靚啊！呢下哇犀利，半車身窩你。Bandai Namco 嗰阵时，即系佢嗰个叫咩 Namco Land 咁啊，最多嘢玩噶啦，有仲有好多正 game 啊，有只 game 咧系点咧，叫咩 Snapshot， 咁啊攞相机喺度玩嘅，例如咧佢一开头会出条片俾你，讲俾你听，嗱而家咧我影嗰个人窝里抽射，咁佢就会即刻个足球员，佢就会扮喺度睇个球赛咁样嘅，就哇咩咩咩对。曼联队打皇马，跟住话咩 C 朗而家攞到个波啦，扭过一个两个，即系踢起个波，系咪要窝里抽射啊？咁啊，跟住就会你就要即刻 check， 咁你有得二 P 咁啊斗嘅，即系你可以同 friend 一齐睇边个人影得靓啲咁样，咁嗰个都几好玩。玩咗一阵，跟住世茂已经抌咗部机啊，可能冇咩人玩啊，太贵，因为有时啲好玩嘅机咧就咩十蚊。跟住储成个礼拜的钱，你有时你嗰日就咁玩一铺，跟住你一开头玩实输啊嘛，实唔会玩得好劲，跟住就喂好似唔系几抵，但我仲要磨一个钟噶喎，大佬，咁你就会即系就会少啲人玩咯，嗰阵时就系咁样咯。仲有一部咩足球机，我记得嗰阵时世茂有一部足球机系有个波喺度俾你真系睇得省嘅，有条电线楞住。第一日我玩完啦，我觉得几好玩。即第二日去食个波已经烂鬼咗，成条电线甩晒出嚟，漏电劲恐怖。跟住再过咗一日，个波都唔见埋。跟住咩哇咩就系写住咩背记暗黑破杯神咯，背记啊已经坏鬼咗，已经唔可以再玩啦。嗰部机本身系唔知又系十蚊佬啊，我记得又系玩到一次。大力嗰啲嗰阵时，成班友踢波咁轮流整一脚，哇正喎、啊，几过瘾咁啊！试下自己球力度咩射十二码乜乜乜咁样，即刻不过玩好短啊，十蚊真系黐孖筋，我谂玩有冇一分钟都冇啊！射一球咁啊，跟住佢睇住有佢有整啲障碍物俾你喺度射，话咩过咗第几层，有几个模式，有啲射龙门嗰啲咁样咯、啊。所以呢啲又系几正，而家讲呢啲又会最近又有时又会谂翻你旧时细个就系会有呢啲咁样即系回忆咯，就系觉得好正啊！哦，跟住仲有我系嗰阵时仲有啲沟女 game 嘅，唔知咧沟女 game 系点咧？嗰个游戏咧就系、是。玩不過啲溝女 game 我全部都係同我啲 friend 一齊玩，全部都係同男，我個年代就係全部都係同我啲兄弟度過。例如有一個咧，就係、是、大家有冇睇嗰啲咩奪寶奇兵咩 Indiana Jones， 咪喺嗰啲咩礦坑度咧，咪有啲車有兩邊有個搖搖板咁嘅物體，有個跟住大家要互相摁落去，即係用力壓落去，跟住嗰架車會喐嚟喐去嘅。咁嗰阵时好似有一段时间都兴过出呢部机嘢，可以唔知几 pair 人咁啊对打嘅，就睇下入啦，靓啊！就可以俾你睇下咧，即系佢喺矿坑度边部车行得最远啊，最合拍，跟住咧佢会有个咩合拍指数，会有个心咁样嘅。咁我同我啲兄弟而家差唔多全部爆心噶啦，即系同啲情侣去玩一定系炒人。即系我哋已经晨早去到终点，佢啊半路啊俾人撞爆咗嗰啲咁样咯，咁嗰啲本身系俾你喺度追，即系同追女仔一齐去俾你喺度玩，即系试下合拍度啊，即系多啲互动啊嗰啲咁样咯。又佢本身咧都系如你咁样嘅，佢就会有个心有啲粉红色噶，你哋咩咩相性咩度嗰啲几多几多 percent 咁样。后来 House of the Dead 都系咁样，都有出呢啲咁嘅咩小玩意，即系就已经唔再系
嗰啲打喪屍啊，都有變曬 Q 版，我記得玩啲 mini game 嘅啊，就唔會射得好驚就啊嗱，你要睇準點樣射啊之類嗰啲咁樣咯。哦，小心啊！街机嗰个年代就好多游戏玩，而家你就你哋又惨啲嘅，就街机一嚟街机已经收晒档噶啦，已经冇街机呢样嘢，有嘅咧都系得翻啲咩咩打鱼机啊，咩麻雀机啊，唔知啊，仲有啲老虎机之类咯，我就觉得冇咩好玩。你话即系攞嚟赌钱咯，即系纯粹系攞嚟赌钱嘅，啊？即系应该有啲暗砍，有啲咩地方可以偷换翻钱啊？佢即系机铺就唔俾，即系换代币，佢梗系唔会同你讲话可以即系换翻钱啦、啊，就唔合法嘅。但系应该有啲咩渠道俾你换翻钱嘅。咁但系就我就觉得嗰啲又唔系太好玩，即系你日本嗰啲波子机，即系都系可以换翻钱，但系就好画面靓啲咯，即系起码睇下啲咩卡通片都过瘾啲啊，高达。诶，龙珠，哎呀，咩咩洛印战士有好多，有齿吹象，乜都有啊！啊，吸唔吸到过去？吸到上去啊！再斩去中间啦！哇，靓啊！呢下顶落涉前柱，有咩当高达街机无道有玩？我以前打高达都超劲啦，我成日玩高达街机，我最叻系玩高达 DX。以前是劲到黐线，我玩高达 DX 是用高达，一般人是用红勇士，因为红勇士屈好咯，支枪快到抽筋。我从不用屈机，我是用高达同人打，即系我成一抽二，我一抽二我系冲入去，我或者二打二，我同啲兄弟玩咧就系、是、我冲入去俾引两条友围揼我，之后等我嗰啲即系等我兄弟喺附近执鸡啊嗰啲咁样啊。开台玩咩啊？玩 DX 啊？高达点玩啊？大佬攞翻部 PS 二出嚟，都唔知点搞啊！讲真，咩 Gundam vs 唔同，争好远嘅。高达 DX 嗰个感觉，高达 DX 好似 Capcom 整嘅。嗰阵时高达 DX 好玩在啲咩咧？就系部机慢吞吞啲嘅，中一枪好金嘅，你知唔知啊？高达 DX 同埋好考策略性嘅。我自己睇法咧，高达 DX 咧就二打二个感觉系最有 feel 嘅。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连枪，大家知道咧，有一打机咧，通常啲人都系搏连技。咁二打二嘅情况下，点样先至可以搏到招咧？就系、是、你要轮流嘅，即系你嘅拍档射完一枪，即系到你射对手，跟住又再到你拍档咁样轮流咁样 keep 住连先连到。你自己连咧就最多连到两枪嘅，就系、是、跳起射一枪，落地射一枪。咁所以咧就系、是、好考呢个合拍性啊。嗰阵时你就系、是、唔一定话你，例如话你两个人都劲，但系如果你两个人唔夹咧，都有机会输。所以嗰阵时系我就觉得好玩啲啊，我就中意。后来嗰啲就纯属，我就会觉得系直抽 feel 啲嘅，即系点啲咩为之直抽？即系二打二嘅情，二打二啦，咁就每个人各自一打一咁样咯。哦，跟住边个快啲怼冧嗰步就冲过去围殴另一步。战术上我就觉得冇咁多，我就觉得又系咩啊？我军政任人宰割啦，系啊，个新嗰啲啊，新嗰啲未玩惯，讲真，一路未适应到啦。又系咩？高达劲好多，点会啊？如果你嗰阵时喺街机玩，一定系玩个个劲人，一定系用红勇嘅，屈好多，飞飞下，唔知突然间一嘢向前冲，跟住就喺呢个头开一枪，避唔到嘅，劲快。系咯 ，DX 又可以玩地形啊，咩大炮，好多嘢玩嘅。嗰即系 DX 系列系好玩啲咯，我自己觉得。高达啲剑屈，但系你知唔知高达剑？我话俾你听，我都玩到好熟嘅。高达剑系俾红勇嗰招飞脚黑嘅。红勇即系你大高达剑起手空中格斗啊嘛，佢只手系向后咬，冲埋劈人就好追人嘅。但系就人哋出飞脚系快好多，即系你空中喺度，大家喺度斗，慢慢揿嗰啲飞长掣，喺度喷 boost。
啲友就係一腳咁樣伸埋嚟，你又好難打㗎啦。你同佢鬥劈，你次次都輸，你開槍都唔夠佢出飛腳快，一定係。你出飞脚，跟住人哋仲可以，如果佢掹到剑，仲可以出飞脚，之后劈你一刀，再开一枪，你已经冇咗二百几，已经就死。我话俾你听，盾牌爆晒，可以出两把刀咯，二连刀啊！又话真系劲嘅就用揸鼓，系啊，最劲嘅用红揸射斗嗰啲系最屈机。好、啊。系咯，嗱，有位兄弟啊，识嘢啦。红勇脚咧，飞脚就冇起手嘅，但系高达咧扣人就扣得多。高达扣人咧扣得多，但系慢好多咯，系嘛？嗰阵时我通常我夹我啲朋友有几个朋友啊，有啲朋友啊中意用咩肥蟹老虎，佢啊中意用细机。我同佢又好夹，我哋后来咧大个咗之后有去玩翻，我记得有一次玩根灯丝，好耐之前我哋咧玩根灯丝，我唔知有冇好似有讲过就我哋两个咧打电脑打到手腾脚震，之后啲人一嚟挑我机，我哋即刻赢，因为我哋战术好劲，好醒目。咁之后讲下啲新闻啦。啊！你讲咗好耐呢啲游戏机，有机会再同你讲多啲呢啲咁嘅历史，我啲故事回忆故事好多啊！而家已经冇呢啲嘢，我话俾你听，我就系唯一呢个见证住呢啲咁嘅即系街机最后一代嘅见证人啦，我就可以出嗰啲咩纪录片啊、电影啊，就可以 up 晒呢啲。我话俾你听，你而家就新一代就冇办法再享受呢啲噶啦，好可惜就系咁样咯，吓、啊，即系呢啲系一代对一代嘅问题嘅。咁咧之后咧就讲下啲新闻啦。咁咧其中一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做咩啊？其中一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咧黑龙江。黑龙江咧就有一个妇人，个妇人咧就发生咩事咧？佢就咧就有一个寄生虫。佢嘅寄生虫咧，之后咧就系好罕见嘅。佢嘅寄生虫咧就好黐线，佢搞到咧佢唔知生肾石定乜鬼嘢，而且佢屙尿嘅时候咧会屙到寄生虫啊！呢啲寄生虫咧超长，唔知卅几、廿几 cm 咁啦，而且好粗，佢粗到好似筷子咁。之后咧佢就劲惊啦，即系去揾医生求救啦，咁啊即系攞住啲虫去啦，咁样医生咧都吓一跳，话咩未见过呢种寄生虫。咁咧后来咧就查，咁咧后来得全个大陆咧就唔知得几个医生知道有呢种嘢嘅，唔知咩病有啲咁嘅病症啊点啊，同埋极少人患，得唔知成个大陆咁多人啊，好似得100人以内咁样患呢个咁样虫，即系唔知咩虫。佢话咧呢个虫咧就好恐怖嘅，就会上埋你个肾，好似系你个肾嗰度咧居住啊产卵咁咧，但系咧就即系有机会你又因为肾屙尿即系排尿咁啊，有机会咧就屙埋出嚟嘅。咁咧，但系佢喺肾咧就会搞震嘅，又会搞啲唔知咩生肾石啊，即系整到好鬼辛苦又痛啊，定点样啦？咁咧就呢种虫咧就系好少见。就我估咧，就同一啲之前有讲过话，唔知你有冇讲非洲，佢话非洲咪有啲鱼定咩寄生虫咧，就系如果你喺嗰个游水，跟住咧佢会闻到你啲尿啊，即系嗰个海底，即系喺嗰条河嗰度咧，亚马逊河定咩咧，就有啲虫咧会闻到你啲尿，跟住咧如果你喺河度屙尿咧，佢一闻到你啲尿就即刻捐落你尿道咯，即刻寄生定乜鬼嘢，又系超黐线。唔记得鱼定系虫嚟啊，又系呢啲寄生生物嗰啲咁样咯，我估系类似咁样嘅。咁点解佢有啲寄生虫咧？而家都系唔知道，即系原因不明。即系通常寄生虫得两个原因啫，系嘛？即系都系一系就即系
即係飲水啊，如果你煲得唔乾淨啊，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啦。第二咧就係食物，好似你食牛肉啊嗰啲，你煮唔熟，因為牛嗰啲可能本身動物有寄生蟲，有啲蟲卵喺度，跟住你食咗落肚咧，咁佢喺你個胃部孵化，咁啊寄生咗落去。但系咧就好少可能话你食嘢，咁最多嗰个虫咧就喺个胃度啦。咁点样我喺可以捐到个肾咧？咁我估都系外来感染，就好似我讲啱啱话亚马逊嗰啲就喺你尿度捐落去。咁佢有可能系去厕所，即系可能大陆啲公厕唔卫生啊，或者点样咧，就有机会咧就会嗨到呢啲咁嘅寄生虫，之后就即系捐落去。所以咧，你去公厕啊，等等等等咧，嗰啲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嘅。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有。又系咪亚马逊嗰啲从中国会唔会有啊？咁样唔出奇啊，有会传嚟传去啦。咩中东流感啊？之前又咪有啲嗰啲咁啊？吓咩嗰啲咩中东流感，咪又系传到嚟系嘛？你估边度咩边度出产嘅病？唔会传过嚟啊，会传嚟传去啊嘛，系嘛？呢啲嘢你估唔到啊，啊！又系咩？如果嗨到块翅板就劲惊，所以而家咪有啲咩酒精纸俾你抹啊，又会有啲好啲嘅厕所咧，就有成块嗰啲铺马桶嗰个翅板嗰个套有个纸咁咩俾你垫住嘅，有啲系咁样咯。哦，男性去厕所危险啲嘅，知唔知点解啊？一嚟咧，你嗰巨龙有机会嗨到啦，你巨龙嗨到嗰个厕，即系你啰柚冇事，但系你巨龙嗨到咧，你都会好大镬啦。你唔系嗨到个盖啊，你系嗨到前面啊，即系你点讲啊？你有机会系即系啲人屙尿嗰时屙得唔准确，又可能肥落去嗰、那个即系马桶嗰啲周围嗰啲位置，即系细菌嗰啲位咧就最多，通常就喺嗰个前端嗰啲位置。咁你巨龙咧就好容易掂到啊！你一坐低嘅时候，你就会嗨到咧，你就可能分分钟啊系咁，即系你可以抹。但你抹到幾多少？你唔係深入，你如果你真係抹得超乾淨，你差唔多已經省曬成個馬桶。斷估你急起上嚟，你都唔會有時間喺度咁樣抹啊，或者點啦、啊。同埋你都抹唔到，你都唔會抹啦、啊。隻手點會撩塞，即係插到入去咁樣咧？系嘛，同埋都好污糟，你自己都唔会想掂。咁啊，结果就所以系危险啲嘅，即系男厕去公厕嘅话系小心，即系就要小心啲。女仔就危险性低啲，都要担心嘅，因为都有试过有案例系有女仔去咩去厕所都试过咩感染啦、性病都有呢啲咁嘅情况。但系女仔又因为冇个器官系隔出嚟，男性就易啲濑嘢，系嘛？又咩咩男性最好去女性厕所冇关系嘅，你估即系女仔都有机会有性病有疾病感染嘅喎，冇关系。男人去女人厕所你都一样濑嘢噶，你个巨龙都系有机会嗨到个马桶边，你咪又系濑嘢啊嘛？又咩？我有朋友系攞巨龙垫住尿兜屙尿啊！黐线，边度会啊？大佬，极度污，谂起都觉得污糟。有时见到尿兜，就算淋啲水落嚟，我依觉得好 dirty， 劲惊啲水弹到四围都系，已经隔劲远嚟屙都唔敢怼。有啲人屙尿系唔知点解怼到好近，我成日见到系成个胸路真系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好似贴埋去，成个怼埋去咁样嘅。我就永远隔几个身位咁样咯，我见到好多人好中意怼到好埋，唔知点解我话咩啊？佢话惊俾人见到巨龙定点样咯吓、啊？我话俾你，又系咩？咩上次见到喺公厕见到达哥，佢就系咁屙，冇可能，我一定唔系，我系最。我系嗰啲三分神射手，如果可以好远，我都可以照样。我话俾你，总之我即系我系好怕嗰啲。我话俾你，仲有咧呢啲尿兜咧，我都可以同你讲嘅，就系有好多学问。有啲靓嘅尿兜咧，就系你屙落去啲尿咧，佢唔会弹出嚟。
最勁嘅尿兜係點解尿兜會貴賣得貴同平咧？係咩咧？唔係嗰啲質地啊，即係哦，係咪唔會容易黐到啲跡啊？隻隻都差唔多噶啦，你唔日日抹，你唔揾人清潔咧，就好易黃噶啦咁樣。咁啊，關鍵係咩咧？就係個 design， 就有冇用到科學嗰個角度？勁嘅尿兜咧，就嗰個弧度咧，就可以令到你無論屙去邊，真係嘅。你自己試一下，至去四季屙下，同去即係一啲渣啲嘅商場咧、街邊咧，摺公廁屙咧，至摺公廁嗰啲攞嗰啲鐵皮，你知邊種啦？最核突嗰啲話，見到佢諗起我已經聞到啲尿壓味，應該勁臭。你知道我講邊啲啊？即係成排一個，你當好似一埲牆咁，跟住有啲鐵皮，跟住下低咧，仲要下啲一條條嗰啲鐵枝，跟住咧下低你會見到有啲水流下，哇！我咧都我話俾你聽，嗰個 design 係最白痴，我都唔知嗰個鐵枝咧究竟係咪企？有啲人咧就會企上去，但係佢屙尿係屙落去地下啲鐵枝度，哇！即刻諗起都覺得驚。我就永遠不會企落去嗰啲鐵枝，我屙尿就係射落去嗰、那個即係牆嗰個鐵板嗰度。咁你屙落去嗰個鐵牆嗰度咧，就係我話俾你聽，切嘢就係即刻彈。你睇住嗰啲死水珠咧，就已經四散，唔知彈到去邊度。咁咧，如果你去啲四季酒店嗰啲尿兜屙咧，你係見到嗰啲水珠咧係向翻入邊彈，無論你點樣射都好，佢就係嗰個入射角係計得好好嘅，佢嗰、那個。即係你睇落去可能表面就好光滑一個湖面，但係實質上可能佢都係有啲凹凸不平啊！即係度好曬點樣個質地、點樣角度啊、點樣可以做到嗰個設計，個表面設計可以做到嗰個啲水嘅盡量向入邊彈。所以你去一啲靚嘅尿兜屙咧，嗰啲尿你會好少見到啲水珠射到出去，咁你就可以放心屙尿。如果去嗰啲鐵皮公廁嗰啲，我就係加倍小心啊！即係因為覺得真係零舍污糟好 dirty 啊！唔一定鐵皮尿兜嘅，有啲係嗰啲即係 cheap 嗰啲瓷磚，即係白色嘅都係好，都係會彈到周圍都係啊！咩賣油翁呀？咩屙向人哋咪唔會彈到自己咯？咁咪冇公德心。啊！我唔做呢啲嘢啦，大佬，啱唔啱？人哋即刻打你啦，咩屙落人哋度啊？啱唔啱？咩上次啊，大哥喺我隔篱屙尿屙落我对鞋度，啲黐线啊！又咩以前去完厕所一定攞马桶水洗佢咯，哇！谂起都觉得核突啊，即刻感染病嘅机会率即刻升达90%，黐孖筋。啊！呀咩直接屙落洗手盘？你有咁高啊？你有冇？首先你屙落洗手盘都唔易，即系如果洗手盘生得高，第二又系冇公德心，唔做呢啲嘢嘅。人哋你屙，人哋攞嚟洗手，你就走去屙尿落去就黐孖筋啦。呢啲就好唔要得。我话俾你，你呢啲你咁样讲，咪就系有时有啲家长定乜鬼嘢，就系做啲唔好嘅嘢咯，咪就系抱住啲小朋友屙尿屙落去嗰个洗手盘咯，人哋点用啊，大佬？呢啲啊，万万系唔可以做到嘅禽兽行为，大佬，人禽之别，哇！点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啱嘛？点可以咁样啊，大佬？啱嘛？系嘛？咩屙落洗手盘咧？黐线！咁我啱啱想讲啲咩？我话厕所就系最主要就系有呢啲咁嘅即系情况啦，你就要注意哦。即系尤其是男仔啊，即系唔好以为冇机会感染到，都系好容易感染到啊！嗨呀嗨，就濑嘢噶啦吓，所以就要小心咯。但系我觉得公厕啊特别污糟，有冇人解释到正确公厕嗰个鐵皮尿兜嗰個正常使用法，佢下低嗰啲鐵枝，其實係咪俾你踩啊？先有冇人答到我？你應大家做個投票，你哋去嗰啲鐵皮尿兜屙尿，你哋會唔會踩嗰啲鐵枝啊？你答會定唔會？我就一定唔會啦，好老實講，因為我見有人屙尿屙落去嘅，所以我死都唔會踩啊。除非我已經知道大部分嘅市民。已經知道咗係尿得嗰啲鐵枝啊，可以踩我先至去咩，先至會再踩。
又话你哋会踩落去嗰个铁枝度啊？真定假啊？你唔惊？你哋有冇见过人哋屙落去先啊？好，有啲人话其实最好踩嘅，佢话点解咧？佢话因为咧，佢话因为你平你企开咗几个身位之后，佢话咩去到最尾嘅时候会滴咗几滴落去嗰啲铁枝度。佢正路系咁样，咁点解佢正路佢唔佢嗰个铁枝个作用我都唔知攞嚟做咩？你咪平净系整块平地，系人都知道要屙落去嗰个铁道啦。佢又整到有啲误会吓，佢预咗有人会滴落去啊！啊，预咗有啲友系乱咁，即系又好似你啊，一嚟可能有啲人乱咁屙啊，肥落去；二嚟就系惊有啲人最尾啊滴几滴，咁所以佢就故意啊整条铁枝啊，可能系咁样咯。即系佢特登系疏窿，特登就系俾啲水流方便通过咯。我估就系咁样咯，呢个就系铁皮尿兜。女仔系冇唔知呢啲咁嘅嘢啦，女嘢咁如果有女仔听到，你就知道嗱，男厕就一样嘢叫铁皮尿兜。你可以同你男朋友讲，你问下佢咯，你如果咁样，你突然间咁样问佢，佢可能会好好奇，觉得好有趣。佢啲我女朋友咁醒啊，知道有呢啲咁嘅嘢，你又问你男朋友，我问你老公，我老公啊，你去男厕公厕嗰阵时咧，你咪有啲铁皮尿兜嘅，梗系，你点知啊？咩铁皮尿兜？跟住你又问铁皮尿兜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地下咪有滋滋嗰啲铁枝俾你，咁我话你会踩嗰啲铁枝啊，定系隔几个身位先屙尿啊？咁样吓、啊，你有冇问下佢？睇下佢会有咩答啊？你估下佢可能就会好开心啦、啊，即系会喺度搞笑噶啦，点解会知啊？嗰啲咁样，女仔有冇可能整到尿兜呢一样嘢？我真心一问啊，即系我冇呢啲生殖器官，我冇办法答到啦，大佬，我冇嗰种屙尿体验，我就答你唔到。女性有冇？即系因为咧，点解我讲咧？我唔系喺度搞笑嗰啲嘅，因为咧就越嚟越多嗰个问题就系话有而家商场咧就有啲会提倡咧就删减男性嘅厕所，换多几个女厕。之前有讲过啦，因为佢哋话女性嘅轮候时间耐啲。咁点解耐啲啊？因为女性咧多数系得厕格，咁咧就即系因为佢哋即系斋坐喺度屙尿啊，就算屙尿，男人就可以企喺度，就所以整嗰啲尿兜啊快啲。咁啊，女仔咧就全部厕格，就屙尿都系用厕格，咁就慢啲啦。你又要坐低闩门啊，等等咁系嘛？咁女性有冇可能整尿兜咧？真心一问，有冇可能？点解又冇咁做咧？即系其实如果当初设计公厕嘅人，其实应该都有谂过呢个问题。男仔佢谂到，喂，不如整啲尿兜啦咁。咁点解佢冇女仔佢哋冇谂到咧？定系基于啲咩原因？所以女性先唔用尿兜啊？你点睇？有冇人答到？女人有冇可能用到尿兜？即系其实同尿兜咁，佢其实咧，如果女人用尿兜系咪？可能佢要整一排坑，好似公嗰啲咩踎厕。女人版嘅尿兜就系要有一排嗰啲踎厕俾你咁样屙咁样咯，可能系嘛？同埋女人可能着裙唔方便啊，佢要成条除晒定系？唔系着裙先方便，直接啊，拉高条裙系嘛？跟住点啊？跟住除埋底裤，跟住就屙得噶，系嘛？系咪咁样？其实女仔会唔会系咪仲快啲啊？拉高条裙系咪仲快过男人喺度解皮带啊？拉裤链，真心一问，女人其实屙尿，如果你唔计搞其他嘢，会唔会速度仲快过男人呢？吓、啊？而家谂开又谂又系一个值得讨论嘅问题喎，讲真吓。啊
嚟啊！有人答到我，冇人答到我，点解冇人谂个女性尿兜？我哋整个，我哋喂，我哋即刻研究嗰个女性尿兜，我哋去之后同各大政府嗰啲公厕嗰啲倾，外国嗰啲唔使倾噶啦，冇用嘅，因为外国地方根本好大啊，慢慢俾人饿系香港咁麻烦先至，我哋就。我哋成为全世界最先进嘅城市，提倡吓呢个女性尿兜啊！我话真正平等嘅男女厕所都有尿兜啊！你哋点睇？有咩打点去啊？打斜45度去咩？喂，咁你屙尿平时都系即系女仔屙尿坐落马桶都系就咁坐落去咁样啫嘛？咁你？你啲水係會流咯，即係有地心吸力，係點都會向下流，啱嘛？啊！但係我正在研究這個項目，今次又俾你搞死了，係嘛？我要投資1000萬俾大哥開發啦，係嘛？好啊，好啊，好啊！有啊，女人企喺度屙咧，係會成隻腳濕曬，企喺度，但係你踎。即係我咪話屙尿，我話整一排嗰啲踎刺俾女仔咁樣屙係咪得唔得？我就係咁樣講啦，因為我係真係唔知啊，我所以我知，我都係好坦，即係初步咁樣喺度問一問。有啲兄弟就話咩？其實香港好多女性都係坐模型凳喺度屙，之後佢話你一入到去嗰個馬桶咧，就會見到嗰個廁板就係成個廁板都係尿，因為佢哋又驚污糟，咁又係跟住就結果噴到成個廁板都係尿。我好似都有聽過有啲女仔咧試過，有啲女性朋友喺 Facebook 貼又話咩黐孖筋，佢話唔講以為有男人入過去，點解成個廁板都係尿啊？係咪黐線？我都系有听过呢啲咁嘅说话，咁啊，系时候转个头先啊，辛苦各位队友啊！今日咧呢嘅呢幅图咧，继续都系由啊七姑六兄弟咧所画嘅，请等等转个头先，请等等。
边位生日啊？林君瑞生日快乐，何以林生日快乐，李家驹生日快乐，林明嘉生日快乐。有位兄弟听日足球比赛，祝你赢啊，轻轻松松胜利。李敬辉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新年考试加油，廿九哥生日快乐。森麻祝你早日康复啦，大家生日快乐啦。上回讲到啊，咩回想？你要进一步回想吗？啊，回想过十几次之后咧，就讲到同新一马就见到啊大悟终于揾到啦，即系跟住就想的佢翻组东城会。好，第二张关西之龙，咁梗系佢系扭计，梗系打一场之后就话咩关西佢有啲仇未报，俾人屈，跟住即系屈咗坐监嗰啲啦。佢话报完仇先至考虑会唔会翻去。好，而家就要去关西啦，滚滚滚滚，好搭紧嗰啲高速干线、新干线。哇，可以喺车度煲烟啊！吓啊，黐线啊！真定假？你咁你自然去搵边个麻烦啊？阿弥陀佛，直山。警光联盟直属香龙会第二代会长，去香田龙司。而家我哋要去见嘅近江联盟会长香田人个仔，会长个仔，唉，我太蠢啦，跌咗落佢设下嘅陷阱，陷阱，系啊，五年前，香龙会嘅人开始咧，成日喺神室町度出门，佢哋嘅目标系旧嘅同岛组啊，唔系，只系东城会嘅干部，边个都冇所谓。近江企图刺激东城会，将我哋引诱去关西去。当时放荡嘅我彻底被香龙会煽动啊，卖广告，所以就闯去关西啊。佢啊，仲要单枪匹马，我为咗同嗰个香田龙司单挑，冲去关西。不过喺嗰度等我嘅就系差佬，黐线，我咪触犯咗枪刀管制法，搞到要去食五年嘅监禁饭。同你比十年，当然短好多啦。我同香田龙司宣称呢笔咁嘅烂账，如果唔了结呢件事，我就冇办法背负住东城会再企起身。原来系咁啊！话先讲喺前头啊，近江联盟冇嘢，知佢哋会暗中设啲咩局装我哋，咩交杯仪式嘅事，最好小心啲。好白痴，咩走啊？同人咩单挑用下脑啦，你都带几条靓过去啦，系嘛？咩走去人哋地头单挑啊？笑大人个口啊，系嘛？人哋都唔骚你啦，即刻派啲靓打你变白痴啦，唔好话差佬啊！我话咩香田龙司都系低能啊，直接打你变残废，抌落去边度沉尸边度啦，去苍天掘啊！翻翻去大阪啦，好醒啊！知唔知点解佢整呢集啊？因为之前人中灵已经整咗呢一个新嘅地图，又可以重用。了了你啊！哇，又悭少少时功夫，好食。有本事啊，重制五集，有咩北海道乜乜乜嗰个咩啊？嗰、那个我哋仲未救嗰个老婆，有个人喺雪山话咩？佢老公咩混咗喺雪山？嗰个人叫咩啊？啊，キリュウさん。诶，同新大佬。嗯？嗯？咩事？你今日系咪要直接前往住处？唔系，我未有任何走打算。咩叫住处？酒店啊，酒店。咩叫住处？系啊，
啱啱讲嘅，我喺关西咧有啲不快嘅回忆，童年阴影嘅。我冇时间喺街上边乱咁荡啊，我行下街先。你先啦，嗱，童生讲嘅啱啦，就系饭店。你先去酒店起下先。就咁啦，小心啲啊。你冇饮太多啊，拜。我而家记起嘢话，你知唔知啊？嗰个人。嗰个喂又乜事啊？咁多电话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咩做啊？得又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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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个咧喺嗰个困咗喺嗰个雪山嗰度咧，我记得系第五集啊，有个支线任务，一路我哋都冇救到喎。咩事啊？就系嗰个名就叫咩人科白华，我记得。好，呢个有个古惑仔，喂，边度嚟啊？未见过你喎、啊，死阿哥！你呢啲咁嘅友仔，唔好四围荡啊！我即刻同佢讲抱歉，事屋抱歉，谁知道？鬼知咩？拣边个好啊？拣咩？吓？二啊？吓、鬼知咩？啊！鬼知啊！佢话你以为自己边条葱啊，攞沉到河底啊，再浮翻上嚟，将人心砍掉重练啦、啊！好嚟啊！呢个傻仔，割割割！呀呀！好啊！田园，田园沙轮啊！乜鬼嘢田园啊？好，割割割！呀、啊！啊！呢下斗得靓啊！好，我觉得今集呢个 engine 咧系有少少进步，上集系好线，而家呢一个咧系做得实正啲，冇咁即系唔会知道，唔会觉得嗰个人有时行行下你打唔中人好容易。好，嗱以前咧咪要成日咁样兜好远，跟住咁样冲翻嚟出飞腿先打中，而家就系、是。个人咧，你会觉得操控系实在嘅，我就觉得有少结合咗旧嗰啲系旧嗰种 engine 同新嗰种 engine 有个平衡点。好，对唔住啊，放过我啦，啊，请过啊，过路啦，等阵等阵，咩等阵啊？边个啊？等阵啊，我唔系啲咩可疑人士啊！我块面咪有啲咩啊？成日俾人当系黑社会之后走，我明明话唔系黑社会，见到大家都系喺度嗌，哇！黑社会嚟啦，走走佬啊，冇办法做清白生意，真系令人伤脑筋。既然系咁啊，不如索性做黑社会啦。这个话题就算啦，我啱啱见到咧，你好劲喎，但系咧。啱啱嗰个人都令我好困扰。总之我叫黑川啊，虽然叫黑川，不过内心咧纯白美丽。讲到美丽咧，我嗰个走佬嘅老婆咧超级大丑女嚟啊！呢事点都好啦，你叫咩名啊？我叫童生天鸟。童生竟然第一次嚟大马人都开始教，想报答你，不过应该做啲咩好咧？你有冇嘢想拜托人？唔好睇我咁啊！呢附近嘅情报我都知啊，有咩困扰即管讲啦，我会帮你啊。短时间我都喺呢度附近，即刻当人透明，几冇礼貌嘅呢个打靶仔。人哋我可以帮你啊，你都话唔使不便啦，我系直接拧转头啊，衰到有冇嘢都帮到手啊？一没什么，碰上咩困扰之嚟揾我啦。好，食啲嘢先啦，是但呢间咩嚟啊？好，呢间唔知咩寿司和食，是但食呢间先。一西乜西？顽固寿司店员啊，有几顽固啊？食过咩？通常都系话怀石料理啊，即刻整翻个，再加咩本人推荐啊？哎，食埋食多个怀石料理爆咗啊，食唔到。好，是但食多个呢个啦，清爽便当，系高级寿司便当，叮叮叮。好，
好啦，大家睇下有冇食寿司嘅画面。今集系奶豆嘅叮当，系啊，见到幅图，系咪好开心，好美味啊！啊，呢个都个仔 master， 个多谢。好，咁啊，即刻干陀螺睇咸带，佢呢度又有好多支线任务。诶，好啦，我几眼嚟，点样喂？点攞啊，大佬？喂喂，你喺边度见到啊？哎呀，早会 grand 就放佢去咗啦。喂，点样攞旧嘢啊？即系要做咗呢个任先可以攞到啊？而家要去边咩 grand？ 好，过嚟啊，契弟。好。喂，做咩事啊？入嚟啦！我想打你就打啦，弱智啊，有咩弱智？好，系啊，我准备入去呢间铺头。诶，唔得噶，我想打到啲友入去，佢唔俾。系渣渣谂啊！好，阿斌，捉我唔系要咁啊，掉入去。起身啦，三井。系咪好真？我有结界，你记唔记得？有啲红红地色，佢就知道我即我老嘢。好，兜落去啦！你睇下，实正好多，唔会好容易，唔会好容易打唔中人啊！但系已经见到一个人黐咗孖筋，你记唔记得？出紧分身术定咩？后边嗰、那个佢低咗能啊！做乜鬼话呢个人喺度？佢出快轻拳食屎啊！呢、這个人系咪坏人啊？睇你个样子，富田啊，打死埋你啊！佢对，即刻快追，怼冧你啊！富田，富田啊，兜落去单车度，哇！死仔包踢单车，好。呀，嗰个系影子阿龙，系啊，影子阿龙有时都会咁。诶，啱啱咩 grand 啊？咪有啲咩咩等等歌仔咩事？今日夜总会 grand 有个知名舞姐捉咗木玫瑰啊，要降临啊！我俾咗纸巾我，系前方嘅铺头喎。降。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降临啊！好。有人话我系北市品评师，我就系劲啊！揾到晒所有北市，咁系去呢边。啊？啊？咩事啊？我哋明明喺 V I P 席，但系有班黑社会嘅黑人，佢哋就俾人请嚟一楼啦。我为咗踏进呢度嘅 V I P 席，等咗三个月嘅。啊，对唔住啊，应该点样同你赔罪呢？寻找黑村。好，而家又翻嚟揾黑村啊！我话入唔到去啊！唔知会有啲咩事情咧？呢个系咩嚟啊？观看，肚痛啊！我就叫你唔好食咁多嘅啦。唔系食物类嘅，你个样你样都衰搞到肚痛啊，老婆。呢个咩剧情？问好问好，都痛啊！我即叫你唔好食咁多啦，唔系食物类啊！呢样好衰啊！问好，黑人问好，睇完之后系咩一回事啊？呢个系讲紧咩剧情？吓，系咪有啲咩会发生？话有嘢执，好银盘，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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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肚痛系咪要俾啲咩药佢咁样之类？好，喂，我又想问你关于夜总会 Grand VIP 啲事。Grand 啊，嗰间夜总会啊，而家有个好出名嘅女演员，咩苍石真纪子开头都个喺嗰度捞嘅。哈，龙生兄眼光好高喎，系喎，佢治疗痔疮嘅时候，嗰个医院咧识到个男人。
啊，佢外甥学校嘅老师个妹嘅老公嘅双胞胎细佬个麻雀脚，啊，都系嗰度嘅老细。唉，就当系前阵子谢礼啦，帮你联络嗰、个条友啦。哦，外甥学校嘅老师个妹嘅老公嘅双胞胎细佬喺嗰度做老板嘅麻雀脚。啊，我话哎呀佢，等你可以去 V I P 啊。哎，等我一阵啊。喂，我系你麻雀脚学，我系你麻雀脚嘅双胞胎阿哥嘅细。我点读啊，大佬？我系你麻雀脚。我是你麻雀脚的双胞胎阿哥的细路哥，读那间学校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的家长啊。咁啊，啱啱我哋嗰阵咧就喺自州嘅医院识嘅，就叫黑川。你问我系边个？我咪话我系黑川咯。可唔可以帮我介绍一个人去呢间舞楼嘅 V I P 啊？而家好多重要嘅团体客，你咪睇我唔起啊！我而家手入边啊，有你前排啊勾佬啊，即系瞒住老婆啊幽会嗰啲情报啊。今日如果一个人都冇办法带入你 I P 席啊，啊唔想嗰件事曝光嘅话，喂，系啦系啦，个名叫童生啊，唔该你，童生兄，帮你预约咗啦，你可以去玩 V I P 噶啦，嗰系介绍制，想入去唔易嘅，最多帮你做到呢件事啊，好好去探下啦，去嫖妓啦，你去。但佢又帮你 book VIP， 但系冇话帮我俾钱啊！而家又要去嫖妓啊嘛，要去。你记唔记得系咩啊？咩麻雀脚咩姨妈姑姐唔知乜乜乜，有冇人记得我系边个？好嚟啦！好，系咪可以同啲打靶仔讲啊？喂，哎，而家向呢边啊？喂，喂，我系黑川介绍嚟嘅。一声一声，系童生先生系嘛？我知道嘅咧。咁由我带领介绍嘅嘉宾去呢个 V I P 咧，行呢边楼梯咧。咁叫大行呢边楼梯叫大一巴尖落去啊！知唔知咩叫大位？欢迎光临啊！我系优子啊，你好啊！咩优子啊？咁样好平庸嘅质素嘅啫喎吓！嘟嘟嘟嘟，噔噔噔噔噔噔，着啲渔网丝，好似好普通嘅喎，而且嗰啲好似复制人咁样嘅，全部整容到冇整出嚟。我食支烟。黑人唔系本地人系咪？旅行でこっちへ来た。系咪嚟旅行噶？唔系。じゃあお仕事？今日嚟做嘢啊？哦，算嚟啦。喂，喂，小姐都大少啦嘛？叫你经理出嚟啊！ちょっと。哎呀哎呀。目合わせたら。唔好望佢哋啊。この辺で有名。佢哋一带好有名嘅黑社会嚟嘅。はい。嘿。お呼びでしょうか？你哋有咩事啊？喺关西冇一间铺头啊，够胆嚟我哋个台咁冷清嘅。对唔住啊。頭下げる。有时间鞠躬嘅话，做咩叫一堆性感嘅姐姐过嚟？喂，同我。好好地啊，差唔多啲啊，喂，够啊，欧亚文山，系老大，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欧亚文山，さすが，真系不愧大佬啊，好有威严啊，当然啦，你做呢行嘅居然唔识我大佬啊，近江联盟嘅未来头头，关西之龙啊，记住啊，吓。个人做咩咁嘅样啊？好嬲啊！做咩个头要耷到咁低？咩事啊？どないしました？做咩事啊？啊，こいつのせいでか？佢讲错嘢啊？ちゃうわ。唔系啊。お前今何言う？你啱啱讲咩啊？吓？吓？覚えとらんのか？記得啦。次、你哋落去先。自分なんか、講咗咩啊？親父さんの前で、有啲嘢喺大佬面前係唔可以講噶嘛？唔係，好搞咩啊？快啲道歉咩？對唔住啊，對唔住啊！
好啦，好啦，咁样好肉酸。喺个席坐啦，就快啲坐低。我准备黑爆佢樽啊嘛，唔系，饮两啖先，咕噜咕噜咕噜，喷落去个头度系嘛。Yamada， 山田，悪い。你同我成为结拜兄弟已经几多年啦？2年です。两年啦。そうか。原来系咁啊。あの、嗰个老大啊。さっき言ったこと。你阿妈谂唔谂起自己讲过啲咩啊？哎呀，唔系啊。咩？总之，饮咗佢先啦。系。嘿嘿，いただきます。多谢大佬。啜啜啜，哐嘅我就估到啦，我都话一嘢爆佢樽。これで思い出した。我记得未啊？哎呀，有啲。仲快啲同我讲。関西の龍。關西之龍。関西の龍。佢啱啱讲關西之龍。ちょっとあんた。你黐咗線啊！落ち着かねえ店だ。呢間鋪真係嘈。待て。喂，等陣啦！你夠膽講個稱號啊？おめえらがもう一度聞いてくれ。係你想再聽一次啊？人の話盗みに来てくれ。你聽唔人哋講嘢啊？あれだけでかい声で喋られる。咁鬼大聲喺度嗌啊！聾嘅都聽到啦。丟啦！丟啦！你唔知我練過鐵頭功嘅咩？好，来啦！压死啊！哇！爸！你又指你够胆睇俾我哋？大阪湾你沈咗咩？掉你落大阪湾啊！覚悟先！认命啦！傻仔！好，嚟啊！佢点解俾人搏爆樽？同生一买有练个铁头功，爱铁头功惯噶，一只兜落条女度啦，金刚腿都出，哇死底爆啊！哇黐线喐极都咁鬼慢，都龟一样，我攞个梳把都攞到咁鬼辛苦啊！好，咣！细胞，我话俾咩个金刚腿啊，金刚腿兜落去啦，哇咁都唔死，黐孖筋，哇死细胞够胆抌，好过嚟啊，打边啊，弱智，哇死细胞喺度围口我，捉落去，哎呀，转转转，有机会啊，木内压死啊，捉死，好。哇！又似嚟啊！一日嘢沤落去，执起啊！喂，点解成明明 lock 鬼咗佢都唔攞？仲有咩执啊？关西之龙，关西之龙啊！喂，我而家唔想打佢，就系想打关西之龙啊！过嚟斗牛啊！掉去，吔屎啊！一嘢沤落去啊！打乱变，摊摊腰啊！契弟，你死啦！跪喺度，劲，冇得出劲喎！好。お見事や。おおお。すまんことした。真的不好意思。うちの若い衆は我的レーグ好衝動啊。もうお帰りですか。要搬来了。お前らといると。有你哋喺側邊啊，酒都變難飲啊。哈哈哈哈哈。真係個了不起嘅男人，好中意你。先のお詫びとして。等我請你飲翻杯啊。喂，啱啱嘅事。大道交流会のおごりです。唔想饮，我呢个系我哋近江联盟，啊，请饮酒都唔饮啊。
向来会。この店で一番高い酒。有呢间铺头最贵嘅酒攞嚟啊！本物嘅度胸。你真系好有胆识啊！うちの組にもあんたほどの。我帮我入边冇人比得上你。関東の方やな。你关东佬啊嘛。そうやろな。哦，我都谂到系啦。あんたほどの人が関西に。关西有你啲咁嘅人物。すぐに噂が広まる。都响晒到啦。お近づきの印。都有机会认识啊！我会话俾我听你个大名嘅。これは失礼。真系失礼啊！我是我系锦江联盟香龙会第二代会长。五大龙之。我名叫香田龙司啊。关第五代锦江联盟直属香龙会第二代会长香田龙司。五大。香田。五米連合ぐらいはご存知でしょうか。銀行聯盟你都知道啊。日本で一番有名な会長ですが。我哋徽章喺日本係最有名嘅。知道。で、所以代名係我冇厲害到可以自報姓名。我都同你推心置腹啦。名前ぐらい教えてもらえない。你係咪好歹都要報下你個名啊？桐生。桐生同生。カズマだ。一馬道島の龍龍道之龍登場界の龍城會嘅龍生一馬先生啊！いや、唔係。そんな男は知らない。我唔識嗰個人。兄さんも人が悪い。真係衰嘢喺度嚇鬼。まあでも不过你的确不可能系佢嘅。本物やったら。如果你真系佢嘅话，而家冇可能仲留喺呢个地方饮酒。点解？本物やったら。如果系本人嘅话，而家根本冇呢闲情逸致。必须过啲。应该去。戦争准备开战先嚟啊！诶，是。诶，系啦。せっかくやから。机会难得啊，就话俾你听啊。啱啱我发火嘅原因。なんだ。系咩？我是関西の龍と呼ばれるのが気になるんです。龍はまだい龍が無所謂関西が嫌なんです。我就不喜歡加關西龍に関西も龍分別關西還是唐島啊。極道の世界で龍と呼ばれるのが黑社會的道路上被稱為龍的男人一匹でいいんです。一個就夠了。あんたもそう思いません？你都認為啊？是吧？まあね大概啦，あんたとは気が合います。我同你好啱傾嘅。これも何かの縁。喺呢度遇見都係有緣。ついでにもっとええ話。順便話俾你聽一個好消息啦。今夜の十二時。今晚十二點正。カムロ中に。神聖的會。派手な花火がドカンと射出一發非常壯觀嘅煙火。花火。煙花。わしが仕掛けた。我安排嘅煙火。一世一代の祭りが始まる。一世一次嘅慶典要展開。慶典。その幕開けの花火がカムロ町に上がる。我就喺神室丁度舉行。そして明日有賣廣告。道島の龍就會同道之龍嘅死ぬ。死期。何？咩話？それでわしは本物の龍になる。真正嘅龍。少し喋りすぎました。好似講得太多啦。まあ、桐生さんはごゆるりとくつろいでってください。ああ、そう。一つ言い忘れました。明日出かけるなら、香水の一つでもつけていたらよろしい。最後の香水。どういう意味だ？何意思？あんたの体からプンプン匂うんです。散發出濃濃的味道啊。臭血の香りが血嘅氣味桐生一馬さん龍生一馬先生好啦再見勁戇居即刻隻抽啦龍生一馬即刻同佢有咩即刻講仕掛けた花火佢安排嘅煙花十二點一体何が始まるだ到底會發生咩事即刻響電話鈴鈴鈴鈴鈴鈴我咧同生一馬勁危險，一開頭佢咪話唔飲啊！你哋喺隔離咩好難飲，之後佢話咩叫最貴嘅酒，即係即刻翻轉頭。
极古啊！喂，咩事啊？呢条女系咩事啊？爆炸！听讲嗰边街头电视墙都播紧啊，好似骚动起嚟，出咗咩事？哦，冇嘢啊！哦，佢哋系冲过去电视啊，可能系嗰啲啱啱嗰啲民众系咪全部跑去咩睇电视？嗱、啊，你记唔记得啲友全部冲过去？好，过过过过过过，烦恼啦，契弟，赶住去睇电视啊！好，佢又有嘢执喎。好，又攞lock下锁匙。哇，好多人喎、啊！你睇呢度，哇，有新闻报道员喎、啊，喺边度做呢啲嘢啊？哇！啊！九一一啊！咩事啊？点解会咁嘅？噔噔！同你啱啱夜十二点神失丁嘅千里达之父发生个爆炸，虽然仲未知道详情，但有消息指出啊，发生爆炸嘅楼层似乎系暴力组织嘅事务咗，唔排除呢有人为嘅可能性。これが呢个就系花火，佢讲嘅烟火。啊！救命啊！十字车喺度救紧人啊！ついに始まったか。终于开始啦！滴答啊！滴啊！我系衰藤。咩？诶、欸，残念ですが，好遗憾啊！倉橋課長俾桥仓桥科长估中晒，踩佬啊！衰藤纯一反黑做啊！呢啲就唔系仲未知道佢同关西有咩关系？诶、欸，系啊，系咁啊，正是如此。やはり海外の我都系认为呢应该同外国嘅黑社会有关系。そうですか。哦，系咁啊。わかりました。OK， 我明啦。では私の方も手配。我呢边都会安排噶啦。诶、欸，あの任務は、嗰个任务，佢伊达先生生之外冇人做到噶啦。系系，では再见。咩外国势力啊？咁复杂咩？到而家都未知道究竟系具体咩事。好，又师傅又过一章，又过一关，哎呀，完了。又话又揾伊达出嚟，系啊，得佢全日本得佢一个差佬做到嘢。哇！狩猎黑道嘅女人第三章。事情噶好大镬喎、啊。点啊？出咗咩事啊？唉，寻晚有啲事。咩话？咩啊？唉，算啦。咦、欸，迟啲又打电话打俾大姐头听，啊，确认阿柏木大佬个咪平安。系，我知道啦。咁你准备好要去近江联盟就同我讲声啦。哦，我知道啦。做好准备又同大五讲。嘟嘟嘟嘟，我喺装武器，知啊。好，例如装备会有咩奖励？啊，出极都知啊。好，而家有啲咩做啊？呢个咩啊？世家可以打机 ，pop pop， 我去打铺机先，睇下冇咩 virtual on 啊嗰啲，有咩倾啊？你觉得琴日嗰场爆炸边个做嘅好事啊？唔知喎、啊，我哋讲啊，虽然系我自己推测嘅，但我觉得应该关东嗰个叫东城会黑社会做，今次肯定都系佢哋做嘅好事。关东嘅黑社会真系黑人憎嘅，关西黑社会好有人情味嘅。唔会做咁残忍嘅事嘅，黐线！黑社会都有分咩人情味，人情味嘅黑社会系点样啊？吓、啊，诶、欸，呢度有嘢执。哦，
佢哋嘅全部冚烂晒呢啲，费事有咩执关啊？呢个嘢有冇可能撞得爆冇？佢停咗喺度，边鬼个喺度想过嚟打我啊？不良帮派傻仔，哇攞紧咩啊？嗰条友攞唔知攞住碌乜鬼嘢，有冇执起佢？冇啦，执食屎。世家咧喺呢度。喂，嗰边睇架，哦，先生要唔要嚟测试下？官博乐园，咩官博啊？诶，唔好意思啊，我姓丁田嘅，任职某娱乐企业嘅，系官博乐园嘅开发负责人，可唔可以用啲时间倾下偈先？咩叫官博啊？哦，我多少有啲时间，你长话短说咯。嘿，非常多谢你，我开门见山啦，希望你成为我哋公司官博乐园嘅测试员。咩官博乐园啊？系啊，官博乐园咧就系融合游戏同电子案板嘅革命性嘅娱乐机器。哦，未听明喎，喺厕所玩啊？咩案板啊？厕所板好邋遢喎。唉，一啲都唔污糟嘅。虽然官博乐园嘅设置咧喺男性小便斗即系尿兜嘅机器，但系有助咧保持环境清洁嘅。呢个官博乐园嘅游玩方式咧就系屙尿嘅时候瞄准尿兜嘅记号，瞄得越准咧游戏就越有趣，所以就能保持咧。屙尿嘅整洁，哦，真系一石二鸟，好有趣喎、啊！系咧，系咧，然后咧就当使用者对呢个官博乐园着迷嘅时候咧，就播啲广告俾人听，俾人睇，咁样咧就可以保持厕所干净，又用得开心，又有广告效果。咁话一石二鸟啊，简直一石三鸟啊！只要我系红嘅话，我哋公司就会大赚一笔，我都会飞黄腾达，哈哈哈哈哈！呢、这个建筑入边已经装咗官博乐园嘅原型机，可唔可以请你游玩之后话俾我哋啲感想咧？只要屙尿就得系嘛 ？OK， 多谢你，我哋行啦。就喺呢个厕所入边啊，好享受啦！厕所都系游乐场，一齐嚟解放啦！哦哦，好啊，喺度笑你，我惊同塞啊嘛，笑吟吟想屙尿。好，嚟一次操作风 ，R2 系屙大力 D，L2 系细力 D， 好，即系得两样嘢嘅啫。咁瞄准系点瞄啊？好嚟啦，好解开裤链，我哋睇下，同岛之龙要出动啦。好咩？鼻孔喷奶，请尽情解放，将对手推出地。推出场地外，嚟啦！屙尿关噶，好叻好叻！而家两边啊斗喷鼻，哇喷落去！哇，我都几多尿啊，屙咁耐啊，臭尿屙尿王！哇，全程狂喷啲尿啊！哇，对面有个云系咪要出招必杀技？哇，糟糕！喂，我输咗，玩鬼啊，滴滴仔啊，咩事啊？咩水量、女海、速度、光、强度三宅咩？非常感谢你如此时保持整洁。输咗，望住自己巨龙都抬尾头。滴滴仔啊，大佬有咩事？小便无力定点解会输啊？黐线！神規啊！喂，點樣先至可以勁啊，大佬？咪好廢喎，大醫生。點咧？我幾唔錯，我一路覺得佢屙尿好嘥時間，第一次屙得咁開心，哈哈，真係好正嘅意見啊！我任命你為光榮嘅官博樂園測試員一號，請收下呢個啦。好，官博樂園感應器。呢個係將你好想去廁所嘅心情化為數值表現嘅好東西。这个应该比官博乐园仲劲嘅嘢系嘛？当数字3000嘅时候就可以官博乐园啫啦。整时不时话俾我听感想，嗰阵时啊祝你有一段愉快嘅解放时光。嚟啦，一齐解放啦！点解我啱啱会输？我都唔明入去咩冇必要啊！话知你啊，即刻狂屙啊！狂饮茶利尿。够急尿未啊？饮咗九支茶都唔想屙尿啊！好，嚟啦，终于饮咗九支茶。喂，
真心一问点玩先，大佬？又系咩？要装咗嗰个尿带手环？点装啊？防具啊？冇啊，唔使装。我都唔知道我啲咩尿屙尿数值点睇。Don't know where see 咩膀胱爆尿噶系嘛？要配合对方个力度噶系嘛？即系对方即系吐紧气嘅时候，我就唔好狂冲。咩鼻孔喷奶同北风太阳？玩边个啊？赢一次鼻孔喷奶定玩到新嘅事啊？你点睇？玩边个？有一有二，二啊！有啲人话一是但啦，玩二啊，试下新个新，有分普通简单，先嚟个简单啦、啊，赢咗先啦、啊，大佬都未知点屙，而家屙尿由头学起，好嚟啦！点解成厕所都冇人？好，唐老之龙要出动了，呢、這个先系真正嘅唐老之龙。Yeah!你而家屙尿都要做呢个表情，哇！咩北风和太阳和人家心，只要尽情解放就能掀起他的裙子哦。好嚟啦！我阿哥，呜呜呜呜呜咧呜咧，我阿哥，呜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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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威严睇，我要夺你个青光骑马筋。好。好咧好咧，好就咁样脱正歌啦。好咧好咧，好咧好咧，哇！黐线，成条裙都吹走，好可惜啊！人哋着住运动服啊，黐线，似马筋游戏。哇咩啊？强度16文踢系咩意思 ？Use， 非常感谢你预知就话你阿拉链拉得几爽快，唰一声，好。屙尿之王，好话有能量饮尿系点样攞出嚟啊？喺尿兜度执，啱啱屙嗰啲尿就系能量饮尿啊！攞个樽入去定点？吓？点解我屙尿嘅时候有能量饮尿攞啊？好玩铺咩操安先？难度系攞毛。即刻试下先啊！喂，睇一睇啲掣先，大佬。喂，唔使睇呢啲噶啦，我知道打机械人格斗，系唔鬼直接玩下啦。啲掣已经唔记得晒，有咩机都唔记得。讲真，嚟啦，嚟啦，入钱。哦，咁咩入啊，大佬？操作方式标准型。L2R2 又武器 ，L1R1 冲刺，跟住碌棍，咩旋转，点样投币 ？Option 制投币。好，哇，最旧呢款啊，用边部好啊？我是鬼弹简部，我记得呢部好似可以爆线，我唔鬼记得咯。第一代我玩都系玩第二，用主角机啊，通常主角机应该最平均啊。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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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啊！我都未睇清楚有啲咩武器，好怪噶！好呢招呢个系掉菠萝，怪噶！点样打人啊？呢个就系咁样，系咁射。喂，可以咁样哇？咁样就可以冲刺喂，但系令得好慢喎，大佬。好射中咗啦！哇，劲难玩，点解好似？极难操控咁样喂 ，hit， 好似大家都好似大家都线嚟线去，揿咩 lock 人啊大佬，哎，惯噶，而家好似醒目啲啊，喂，喺边啊，唔好成日走啦契弟，啊，我掉波轮炸死你，点样格斗啊大佬，好似。新手揸机械人咁 ，SWAT 系咩制啊 ？SWAT 我都唔知道，一嘢掉菠萝，哇！我炸到自己啊！点样射啊，大佬？好难射喎、啊！点解好似同第二集嘅操作？我赢咗啊？点解？
我怎样出刀有人知道。好好招招招，抵啊，即刻追到你啊。好掉菠萝，好飞起，再掉菠萝，黐线，结果系掉空嘅，咣咣咣咣，抵啊，捉到你路啦、啊。哇，极难操纵，一俾人咁样摄咗埋去咧，你唔知道要做乜。好、啊，射落去啊你啊！哇，死制爆、啊！我系两，我只，但我中间武器系咩？我只知道我嘣。招招招招，变歪斧我知系咩啊？但系点样先可以出到刀啊？我连刀都未识点出啊！啊，哥、啊，死仔不滑死仔，点出刀啊？一齐揿系咪啊？好、啊，炸中佢啊！傻仔，诶、哎，系、哎、识出啦，真系一齐揿。好啊，而家开始又识玩多啲。好，但系好难转方向咯，我嘅感觉系。个操控哇！你睇好似好似癫佬咁，成日冲去边。好射啊！好中啦，赢咗。剑近战先用到，有得跳起出下剑，踩埋去扣好多。好啊，唔得嘅出唔到喂，出下剑啦！哎靓喎，扣好多真系。好掉菠萝啦，契弟。好，嘟嘟射落去，招招招，再射，哇死仔爆，个打靶仔啊 ，L 一又冚落去啦，废物，招抵啊，好食，掉波抵啊，关噶，超劲打爆嗰佢，越嚟越识玩，你啊，关噶，捉到臭晒。而家识玩啦，咣射边啊，懵丙，即刻掉粒菠萝过去，咣嘅一起身即刻屈落去啊！好，跳起，招招招招招，好，哇死仔包，喺边啊？嗰、那个友仔啊，好鬼慢啊，转方向啊，转得极难，哇死仔扣劲多啲啊！好，掉波。死仔咁都避到，哇！黐孖筋捉我落地，射佢啊，契弟！点解咁难射中佢？喂，喐嗰一开唔到枪，我而家系好跳起，黐孖筋，我死咗啊！唔系啊嘛？乜咁难控制？佢个转方向同高达佢争好远。掉落去，掉菠萝，同埋好慢啊！死仔包又走去边啊？个木嘴，斩落去啊！起又似起，好，掉菠萝，掉落去，抵啊！炸到臭晒啦！你记唔记得啊？一炸即死，见唔到啊！跳一跳会即时 lock 翻对手，黐线。第一集系咁难玩嘅咩？我而家先知道。好，掉波，掉落去。好，好，招招招，射佢啊！系啊，中咗啊，轩，哇，黐孖筋。掉波，又好靓啊！哇，黐孖筋，佢系咁出呢啲屈机招。好，劈落去，抵啊！再嚟，射佢。抵啊，中啊，好，飞埋去啊，劈，好，掉波，抵又中，炸到臭晒，好，再嚟，嘟嘟嘟，好，落一落地，急速再跳起，哇啊，超靓，好，即刻跳起，掉波，睇下我学得极快你咧，嘟嘟嘟嘟嘟，即刻跳起，追击炮。好，有冇空中线？我想知道。好，哇噶，你睇下几聪明，一嘢捉到臭晒啦！我应该可以爆到技，认真。好，哇噶，哇，点解咁都劈佢唔中咧？黐孖筋，射佢，掉波，掉啦，好，再飞，
中啊，靓波啊！哇，死仔包！哇，死仔，一定要埋身打呢个木嘴！哇，劈唔到起又似气，好射开靓波！好炸落去啊！炸臭你！好啊！好射去！哇！又似掉菠萝啊！好炸得靓啊！扣好多啊菠萝！好埋起身！招招招招招！抵啊！哇！点解我扣得仲多啊佢？哇！死仔包！出剑啦、啊，契弟，劲慢有冇搞错？哇，死仔冇时间咯、啊，啊，就输啦，契弟，系呢下好鬼难，哇，做咩阵架黐埋？一胜而家大家一铺啫，仲有机会嘅，好，即刻起身狂吠佢，掉波落，掉落去，炸，好，再嚟。又似系咁啊！出呢啲屈机招，掉落去啊！好，一定要埋佢身。呢、這个友仔好苦啊！哇，扣流星锤扣得咁多，射好中啊！好啊，出刀啦、啊！个死仔包，好鬼贱格呢啲友仔。掉波掉啊！好炸到型啊！哇，劈佢啊！劈佢啊！点解咁慢啊，大佬？掉波啊！哇！射啊！靓啊！射到型啊！哇！好中啊！啊！中抵啊！有争少少啊！哇！死仔包拖时间。哇！大镬了！哇！即刻走啦，契弟走一波，即刻落地射，好靓啲啊！临危不乱，好又话好玩啦，高达好难操控，好系啊！哇！死仔包出咩招啊？即刻劈落去，劈落去，抵啊！掉去菠萝，起身啦，契弟再屈，追住佢射，好冲埋去。好，走，再嚟，中路型啊！啊，掉波，掉啊！黐孖筋，斩，黐孖筋，点解斩到过晒龙都有？啊，掉波，掉落去，未得靓啊！射落去追击，哇！黐孖筋，点解我一打极都打唔到佢？走。射中啊，契弟！呢下同佢担搏担，我用机枪好准。啊！死仔乜劈落去？啊！关关关！掉波！再肥啊！而家我话俾你，而家大概我已经识少少操作，但系空中咧。是很容易，你看他用这些自动导向鱼雷极度屈机，你这个时候就要撼他，掉菠萝啊，炸下去啊，哐啊，正蠢材，起身啊契弟，一夜放刀再射，咁都不中，大镬了，黐孖筋中一下即死，扣劲多，啊咩斜前 dash 开枪好啊。哇，好鬼难啊！哎呀，中啊，中到臭晒，掉菠萝，哎，即刻起身，刀刀，好白痴，中啊契弟，关关关，掉菠萝，好炸到型，再嚟，抵啊，招招招，哇，佢好似点样扣咁少啊？你有冇发现啊？佢好似冇咩点扣，好射啊契弟。黐线啊！中啊！哇，搞错啊！佢自动导向鱼雷扣劲多，大镬了！炸落哇！死仔包，点解呢只咁鬼劲？黐线！
点解咁难玩啊，大佬？玩到一铺打爆机算，有咩换啲劲啲嘅机啊？使唔使由头玩过？一输要唔使啊嘛？我好惊喎，因为用翻啲布睇啊。嗱，好彩同一个第四，总共要打六步啊嘛，收档啦。不过我觉得 Virtual Fighter 系易，即系易操，即系比起呢只系感觉上易操控啲。好，好嚟啦，靓啊靓啊，好，好，继续一粒一粒咁射，中唔中？劈落去，哇屎仔爆，好鬼难。Yeah! 中啦，契弟，黐孖筋你啦！佢下下咁样同你胆搏胆咁样，你一跳起咧就已经死咗九成，但系你唔跳起，你都唔知点落佢咧吓，黐孖筋，低能，玩鬼咩？咩呢只 game 系要技术，唔好屈技，好啦。呢啲就系技术啦，即刻近佢嚟，阴咗佢一下，抵啊！睇你点肥，斗肥啊契弟！啊，哇死仔爆，哇一嘢扣劲多，掉波呱呱劈落去啦，黐孖筋抵啊！掉波啊近佢嚟纸爆，都跑快啲啊契弟，去边啊望佢，黐孖筋。黐线佬，好威火好低啦，难操控个高达好多，因为佢一冲咧就好似癫狗咁，直接飙到劲远，食屎啊！斩落去，哇！你睇下扣劲少，公平咩？吓、啊，好嚟啦！好左右系咁样来回跑，好似癫佬咁。喂，去边啊，契弟？好嗱，一回马枪，人哋已经系咁啦，又放飞弹啦，招，咣，中唔中？死仔包，一嘢片落去，白痴仔用眼脑点去向嗰边出刀啊？咪弱智啊！好嚟啊，又中啊！个机械人傻鬼啊！哇，滚，死仔包！好来冲落去，哇扣得极少，低能，慢慢咁样同佢打仲衰，系咪有啲咩特别招数？有冇超必噶？吓、啊，要挫超必嘅，鬼记得咩？十几年前第二集好似都系左方向加攻击制，咩右方向加攻击制之类咁样咯，好。同你斗线，好，哇！你啊咁近都唔同我 lock， 系咪黐？系咪咁贱格啊，大佬？同埋把刀点解扣咁少啊，大佬？黐线！招招招！哇，低 B 啊，已经就死啊！超必杀技啦！哇，唔玩啊，低啦！完全可以越玩越衰。跳起前推出大剑大绝，有啲好用啲嘅机会咪啱我啲啊？吓，佢用紧边部骨机机啊？呢部会唔会劲啲啊？我怀疑佢嗰部系全 game 最屈。好嚟啊！呢部劲好多，格斗劲一嘢沤落去啦，契弟弟，好追住佢搏傻瓜，我话咩？好。喂啊！哇死仔包，哇 lock 佢啦契弟，招好掉过去，哇啊！好白痴，嗰个人啊发鸡盲定咩啊？你啊黐咗孖筋唔识，睇咁近都唔 lock， 你系想我点啊大佬？哇帮落去啦，抵啊少年警棍！走追住佢，好再嚟，呱呱，好，有冇向前冲啊，大佬？好，喺边啊？嗰个木嘴，好嚟啦，
啊！嘟嘟嘟嘟嘟嘟，哇！死仔爆，争少少搏死啊！咩？我有 shot gun 嘅喎，呢个系用棍嚟旋棍，紧佢哋即刻对话，好，过嚟啊！射落去底啊！散弹枪靓啊！刮刮刮刮死仔啊！好，追过去掉菠萝，好一跑咧，你睇呢个人头就会好似癫狗咁样，即刻咁样冲。你话有冇人咁傻仔系咁样冲？唔系望住敌人吓？点解咁弱智啊？好捉到你啦！哇，死仔包，好要好准咯、啊，刮好。刮刮刮啊！抵啊！好中啊！大佬啊，你有冇见到我扣几少啊？大佬，好有冇嗨中嗰个木嘴啊？哇！黐孖筋一年死咁低啦！黐孖筋，人哋放几下火箭已经玩完，系咪劲到咁癫啊？可唔可以好用啲机啊，大佬？咁咧好似有浮游员追炮之类嗰啲，好，招招招，有冇啲有机？哇！你睇我一枪啊，永远俾，好，食屎啊，弟啊，嚟啊嚟啊，肥啊肥啊，契弟，新弟啊，转转转转弟啊，咁即系出飞弹，招招招，屈死仔包。哇！射佢啊！再掉飞弹抵啊！近距离炸落去，正蠢在死蠢。好，招招招招招，佢就死啊！契弟，我拖时间拖到完场，抵啊！正蠢在，好，我抵啊！好聪明，你睇下，废物，叮叮叮叮，好。Get ready！ 哇！呢招咩招嚟？一开头射咁远，但系冇用。哇！黐孖筋啊！两招已经死咗，系咪低能啊？咩屈机？对面仲屈啊 ！Get ready！ 好嚟啊！个死仔，你睇一下扣几多？低能啊！咪黐线，佢招地炮咁样一嘢炸落去，唔知点玩。真系玩到最后一铺唔玩啦，算啦，试多次啊，差唔多收工。呢部啊，美少女高达，哇，好难玩，玩到头都热埋，几有钱，死啦佢，招招招，爱心光线，打佢啦，掉佢。哇！死仔巴咁都唔识瞄，照照照照爱心光波，嚟啊！咁都唔中，好阿力姑阿力姑，好必杀技招，点解冇出超绝招嘅？一齐揿啦，好嚟啦，好似扣劲少啊，大佬，点解会咁渣噶？诶，唔系喎，好似有少少变化喎。呀！美少女系唔会输啊！哇，做咩事？啱啱喺度跳丝带舞系咩？变身啊！刮刮刮刮，射佢啦！做咩跑啊？契弟，佢好似扮狗，佢一扮狗射啲飞弹劲到黐线。Round two, get ready！ 哇，死仔啊！射佢啦！招招招招，好追住佢，好一定要追住人啊！如果你唔 lock 住佢，你就死硬。嚟啊！抵啊！抵咧！抵咧！哇！死仔巴！啊！真啊！黐线！好，个人喺边度啊？好，老闪啊！我射佢，都根本冇可能射中佢，系咁喺度走，
都唔知点打，好有钟啊！阿力姑，黐线，我一下扣咁，咁少佢又扣咁多，有咩用啊？呢招，哇！好嚟啊！吔屎啊！做唔做？点解你一下都唔做啊？我做乜啊？死啦佢！美少女战士，劲白痴！明明我都射中佢。一下咩痛咩无敌难玩到爆啊大佬，所以呢部系劲嘅，有得好似有得变身，系有啲胜算咯。你有咩捉硬直？我见唔到佢有硬直喎。你其实好嚟啦，射啦佢，好白痴，你睇下，终于中啊！嚟啦，个好嚟啦，跳啊跳啊跳啊，一跳，狗，个个个抵啊！哇，你睇，但系问题咧，我扣几多？我俾佢补一次，我命都冇啊！好嚟啊，屈死仔你啊！美少女战士爱心光波，好嚟啦，压埋佢先，几有钱过嚟啊！劈佢啦！炸低能仔点样劈咁样空气真系激到我呕血啦！好变身啊！我黐孖筋绝招，讲追踪啊！追去边先得噶？头都爆！见到佢啱啱劈空气，你就想抌爆手震。咩叫煲筋？有冇人知道？好继续跑，因为被人嚟啊！屈死仔包都唔知点，有冇向斜前飞啊，大佬劲难斜前飞，难到抽筋。嚟嚟啊，低能仔绝招，美少女屈死仔包，系咪低能啊？点玩啊？个。劈佢啦！低能，唔知招必慢，睇下佢嘅招招必有乜可能打中啊！佢话咩？有冇人为咗玩咩操挥头买人中？喂，认真，喂，争啲又揿错掣，揿乜鬼嘢啊？有冇边部系啱我用啊，大佬？最后一次古达同级。你系咁左右走，唔好埋身埋射佢，好难啊！试下啦，佢好难射佢。你左右走咧，佢又好难斜前避。佢你呢只你呢条友系劲难斜前你咧，佢就会好容易变咗直线。跟住你走紧嘅时候又开唔到枪啊！佢又开到佢跑到一半先俾你开，跟住你就永远咧就同佢喺度咁样喺度磨。你睇可以磨一世，好中做唔做到啊？阿力姑，有机会啊！你边啊？你真系蠢到加零一，点解你人哋转向咁快？你好似龟咁啊，大佬吓？点解啊？呢边啊，八婆，美少女八婆绝招，刮噶！哇，咁都避到咁近，黐孖筋。剥落去啊！黐孖筋仲唔死？呀、yeah! ！变杀技，美少女出绝招啦！抵啊！哇，咁都唔中，睇住飞落去，低啦！你睇下，黐线！有冇得跳起肥啊？讲真，低能你睇下，佢一嘢咁样同你斗肥，一开头已经就死。好啦，中晒啦，食到臭，食臭啦，契弟，入玻璃大呢条，我永远打唔中佢。好，即刻追埋去关噶，我黐孖筋，吔屎，关喺你头顶屙尿，老虎头上屙尿，关噶，好，嚟啊！想走？哇！黐线，老虎头上屙尿泡，
继续追，追落去追死你！个坐地跑吔屎啊！老虎流就屙尿，收档啦，契弟！啲系咁屈爆你喺你头顶，睇你点射我！招，狂啊！傻仔，你已经俾我玩完啦，弱智电脑！哇，黐孖筋，我又重跑，好追住 ，bang 抵啊！太易玩啦！老虎头上屙尿，狂啊！慢慢阴干你啦，肥猪机器人！就即刻系咁放飞弹，做啲卑鄙无耻嘅行为。我要替月行动，警恶情奸，哥啊！哇，死仔伯佢系咁避。好嚟啊，傻仔！我下下，你以为我下下跳咁戆居，咪企喺度咯？你睇，我知道你喺对空嘅时候，我嚟啊又屈臭嘅。哇，死仔伯，好追击你啊！古坛追击手，哥啊！哇，大镬啦！起身啦！追击，好，哇死仔吧！我黐孖筋啊！救命啊！我唔想死啊！点解会输啊？真系难玩到癫！有咩玩开高达呢只根本唔系高达，操控啊嘛，难到高达十倍啊！有咩可能？我真系好鬼嬲，玩到好火。点样先至可以玩啊？吓、啊，有屙尿。时间用一部啲黑色机，喂，又用咗呢部低能机咩？警棍机，低能，兜落去啦！刮刮咁知做紧乜？嘟嘟嘟。入咗空中向前线啊！你高达友啊，大佬，刮啊！嚟啊！招嚟啊！你睇下高达会唔会咁样近距离？高达你揿个掣已经识 lock 啦，大佬啊！嚟啊！咁样你玩鬼啊！嗰只闯哇嚟啊！一嘢勾落，勾落你啊！会唔会高达会唔会咁样捉唔到？哇！死仔爆，已经揿到个人开始有啲黐孖筋。精神错乱，勾落去啦！低 B 咁近，你都勾唔中佢死啦！点做高达啊，大佬？望后边啊，弱智低能仔，喺度做乜啊？低能，识拧向后，一我就即刻冲埋勾落去啦！死仔包，搏落去啊，契弟！我死啦！好，你啦，关佢系好，喂啦，扣几少？你明唔明？你见唔见到我扣佢系扣几少啊，大佬？好嚟啊！嚟啊！哇，死仔伯，老虎头上屙尿，关底啊！好，老虎头上，我死仔包，勾落去低能到冇人有 ，Oh my god！ 跳埋去啊，白痴！你咪你会死啊，弱智！啊，老虎头上屙尿，勾落去，勾爆佢，抵一挡啊，契弟，落嚟啊，契弟，勾落去 ，Oh my god！ 呢条弱智啊，咁近都射唔中，死咗就真系，啊，落咗佢都系废，真系弱智。呢部机系低能仔，近距离咁样搏到佢，劲难搏。咩绿色就系对面嗰部啊，用翻对面嗰个屈佢啊契弟，用屈机食屎啊，点玩啊大佬？招射佢啊契弟，关啊，好炸中佢啊契弟，点解我射就咁少，好似屙屎咁样，关啊！追佢啊！招，哇！黐孖筋，骨死仔包啊！一齐飞啊！咣抵啊！炸到臭晒，过嚟啊！起身，咣啊！一嘢，哇！咁仲唔死？
你看我啱啱搏老命一嘢怼埋系五支火箭压屎啊，垃圾机！咣啊！哇，死仔班咁都射空炮，到我啦契弟，咁即系出呢招，佢呢招最全 game 最屈火箭，追踪啊追到不得了，追落去啊契弟，中唔中？好，咣啊！射佢啦契弟，停咩啊？底啊炸到臭晒，好嚟啦！第一正蠢咗，九嚟啊！漂移啊！改不了吃屎，咣啊！大镬了，俾人追捉到路，咣咣抵啊！呢下靓啊！喂，招招招招招，屙尿炸，哇死仔包，边度啊？哇死仔啊！一齐炸啊！契弟喺边度养？好，哇死仔，咣咣咣咣抵啊！炸落去，即刻瞄准。好大爆，咣啊射落去啦，木嘴，哇就够钟啊，哇死仔啊，怼埋怼落去，低能嘅冇人有弱智，将敌人视而不见唔落系弱智又行，抵死仔啊，我要爆机啊契弟，好死啊佢。哇！个黐孖筋咁都唔中，近佢嚟屙尿啦！好，老虎头上屙尿改良版，自动刀枪，哇！死仔包呢下扣劲多，呢下佢咁样阴一下，抵啊！我都阴翻你一次，自动刀枪如雷，哇！黐孖筋，哇！哇！死仔包屙落去，哇！哇！哇！低 B 仔咁近，弱智又冇人有咁近，你都可以射唔中咧，真系死咗佢啊！好，起身屙尿再嚟第二个契弟，垃圾睇下用同一部机，呢部根本屈机，扣劲多啲火箭黐孖筋，系咪打大佬啊？好嚟啊！嚟呢一招咁样，首先已经屈到，哇！咩事啊？我呢招 download doing what？好，好嚟啊！你下扣几多？即系就起身，即刻放两支自动导向如雷，再出呢招屈落去你啦！玩鬼咩？你睇佢扣我冇所谓啊！跟住你又再放呢啲，你一嘢追平啦，跟住又再屈啦，跟住放自动导向如雷，我斗屙屎啊！契弟，好，嘟乜啊？嘟嘈圈巴闭。其实呢部机劲好多，讲真的，屈机。好，屙尿。好，整个大炮过嚟弹。好，射落去啊！黐孖筋。好。嘟嘟嘟嘟嘟，哇死仔！佢有浮游员追炮啊，真系。哇！死仔不近佢嚟炸落去，仲炸你唔死。呀！抵啊！再炸，好落地啊！契弟，嗰个低 B 仔狗狗死食屎嘢棘住，好射佢啦！射一粒粒屙，小便毛滴滴仔，真系全部全 game 都系呢啲咁嘅人，全部人都有小便毛力症神龟倾佢，全部要去换神啊！话咩同真吉马龙佢嘅所有坐骑。点解咁难玩低能啊？真系唔玩啦，最后一铺啊，下次再练劲啲。系啊，用紧呢部，边啲先劲啊？大佬有冇啲系超命中率系超高嘅嘢？系咪所有人我凡系用翻佢用边部，我用边部黑佢，咣嘅一嘢炸落去，哇黐孖筋啊！做乜鬼嘢啊？好。哇！呢个系大铁球，炸落去啦，契弟，个黐孖筋。有冇可以空中向前跳起咧？佢系咁样炸，唔知做紧乜 ？Don't know doing what， 好白痴。点一滴？
永远敌人的机械人一定是劲的啊！痴线，你一大牛龟肺都爆炸，压埋佢啦，契弟，好炸落去，追住佢，追住佢嚟殴啦，傻仔，冲刺，大牛龟，抽落去啦，好嚟啦，刮个。喺边啊？个契弟，咣啊！再追，压落去，压佢啦！傻仔转边啊，大佬，毒龙转得出好啲啊！转落去，哇！咣啊！低能啊！射佢啊！废物，低能！咣啊！炸落去，咣啊！电光毒龙转底啊！有冇几多超劲？人都抽筋，光啊！黐孖筋，你睇一下扣几多？好 ，fireball， 好，呀、yeah, ，解甲啦，好，嚟啊！哎呀，射佢啊，契弟，好。呢边，哇、啊，都唔知道做紧乜，出电光毒龙转转嚟啊！契弟，啱啱点样出噶？好，嚟啊！我要保喺呢一招 ，guys， 下次再玩啦，好嘛？好鬼玩啊，精神都有崩紧啦吧？吓、啊，再玩落去都冇意思啊！试多一次啊！哇！要同佢斗快，招！美少女，美少女转身变喺边啊？招！抵啊！飞入去，飞神动天变，招！抵啊！我这世界一变，收档啦！死贱人，咸湿狗！啊！死变大佬想食，哇死仔包啊！诶追住射啦，好追落去，好嚟啊！哇系黐孖筋，跑唔好咁死蠢好唔好？吓、啊、美少女啊，你个脑你靓啫，唔系低能，靓唔多，靓可以美貌与智慧并重噶嘛，大佬啊！我俾人追到埋嚟啦，哇死仔入去。追到你啦！阿力酷，阿力酷，阿力酷，好，走！哇，死仔包，老虎头上屙尿，小兵山劲，哇，死仔，哇，呢招切扣劲多，好拖时间，够钟底啦，垃圾！美少女又赢啦，斗快啊！好，招，系边个快？美少女快定系你快？入射！招射爆你啊！哇死仔又中啦，迷倒喺我嘅美少女光线枪啦，又又中，又又啦，又阴下阴下阴，阴干你啲血！哇死仔包，想对美少女作出无礼行为，好，有机会啊，好落去，出啦，入射捉到你咯！哇死仔好在及时。哇！我而家大镬啦，中啊！即刻补翻啲输血先。哇！系、啊，美少女，啊、好嚟啦！哇！你酷，黐孖筋打边啊，大佬！好啦，靠你啦！必杀技，哇！佢都中咗我美少女光波，好嚟啦！中唔中？中啊！爱心光线。射啊！好赢咗啦，抵啦！美少女又赢啦！你哇 ，warning 个咩啊？打大佬啊！咩事啊？打终极大佬啊？咩事啊？文佬文佬，美少女转身变屎变成战士，骨死仔做咩事想强暴我？好惊啊，大佬！
入去啦！好靓啊！哇，扣极少，阿力箍，阿力箍，阿力箍，哇，想非礼我，你一个咁嘅坏人，阿力箍，哇，好有中啊！哇，一嘢扣咗一半，系咪低能啊？美少女国，哇，玩鬼啊！好。有咩美少女嘅超变世界咩？喺老虎头上屙尿泡，系啊！美少女变杀技，老虎头上哇黐孖筋点玩啊，大佬唔好飞起啊！我建议就系招，直蠢材呢度啊！美少女系唔会俾你打中嘅，哇黐孖筋！呢、這个嘢系最有大佬啊！你睇一嘢咁样病。而家系需要用一部最高机动嘅机体。哇！我打呢个 Virtual On 用咗几多钱？招！好嚟啦！哇，上嚟！好避得靓啊！攻！哇！佢都扣咗好多，唔紧要，有机会赢噶。哇！死仔黐孖筋咁鬼阔，只劲大劈都唔知点避。打贏有冇爆機畫面睇啊？黐孖筋，我黐線佬，射啦射到你死啦！死賤種，死變態機器人，機械敗類，呢啲係機械嘅痴漢。我哋美少女要，嘢都未講完，嘢俾佢炸死。要冷靜啲。我而家要入明镜止水状态。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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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落佢啦，低能。好嚟啦，佢应该会出啲大炮屈机招啦。好只靓啊，哇又嚟，仲爆底啦，垃圾。点解扣得多咗咁多啊 ？Perfect， 抵啊，美少女。佢部机械佬细部都咁多嘅，点解？啊，因为知道太难玩，畏惧喺我美少女啊威严之下，都即刻变咗细部，哇！黐孖筋，收档啦，美少女光波，哇！想追埋你，好彩啫，美少女光波抵啊！招，哇！好爆機了，定咩唔係喎 ？This version is not a simulatory system， 咩咩 will be transferred， 乜，哎贏咗啦，爆機啦，嘟，好咩事啊？仲有咩月球運動？咩啊？咩嚟啊？問好，咩事啊？我 Turbo 版啊，好似快咗好多，美少女會輸俾你呢部警棍佬。好中啦，契弟过嚟啊！好睇啊，死制爆嚟啦！我好冷静，不动如山。好，你跑我又跑啦！哇，死制爆中唔中？嘟！哇，死仔扣咁多嘅呢招咩嚟啊？阿力酷！好，中唔中？先埋去，好又中两圈啊！超必杀技！我做咩？我俾人殴中咗，哇！黐孖筋，佢埋身系咁鞭咗两锤啊，死咗！明明我大好形势，喂！但系呢一个系咩模式啊？系二周目定点？如果系我唔玩啊，攰到癫啊，大佬！已经玩到冇晒脑汁咁滞，吓、啊？好、啊。过嚟啊，契弟！啲哇黐线，佢嗰支咩嚟？哇，系咁想强暴我啊！黐孖筋喺度攞棍，系咁揈，系咁鞭。好，阿力酷，射落去。好抵啊！哇，原来空中出呢招咩？美少女光波系嗰心形光波系有得 cancel。你啦，咁就可以方便啲出。
哇个底啊中啊死啊美少女光波射佢啊射啦做乜啊点解咁慢啊反应迟钝美少女点解反应迟钝啊哎好波啊啲下会唔会打成平手啊妹啊我会赢啊抵啊赢埋啲铺我哋就知道系咪二周目美少女光波抵啦一下深深中咗我啊哇死仔吧爱心攻击爱心攻击好嘟嘟嘟哇啊食到臭啦契弟美少女爱心光线抵啊中到臭晒哇他又想屈我啦打边啊契弟爱心光线哇痴线啊嚟啦中唔中好射啊终极爱心光线痴线出啦契弟好大家都中咗啦而家搏一搏㗎啦招招招招抵啊仲唔死即刻匿喺呢度先慢慢拉远攻哇死仔哇中啊抵啊美少女抵啊孤行嘅一嘢炸落去得得第二行到几个情间得啦唔玩了不玩了拜有咩劲有咩真心劲吓？系啊，听日有人话咩？听日为听日呢个咩机械人格斗做咗个咩热身系啊？听日啊，晏昼咧就会展就四点钟到六点钟咧。啊，唔系五点钟啊 ，sorry， 五点钟到六点钟喺湾仔会展就有机械人格斗，到时我又会旁述，兼且最后一场我又会亲身操控机器人嘅。唱埋首歌差唔多完啦，咁啊有兴趣大家就可以嚟呢个机械人大战啦睇啦啊！哇，打到好鬼攰，仲辛苦过打拳啊，黐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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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如何看你也似树荫如何叫你会有共振灵魂化作法与日语同样是灵魂如何叫你最贴切合衬如何叫你会更兴奋年龄大圣会更接近你还是更陌生要是完全忘了姓氏也没有本身的名字总记得神情和语气无知暗语你也心中有知我叫你玉蝴蝶你说这声音可像你恋生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朕戚夫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然而飞不飞一样美呼吸机也像你早忧生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才会唱我当戏该得多么入戏嘟嘟嘟嘟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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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拍摄你也入声？如何叫你会更动听？长城变作
世界名胜同样也是长城，如何叫你会引致幻听，如何叫你最有反应，连名带姓会怪我任性，还是太伪正经，要是完全忘了姓氏，也没有本身的名字，总记得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也心中有知，我叫你玉蝴蝶，你说这声音可像你，恋生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朕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然而飞不飞一样美，呼吸机也像你，早忧伤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在会场和当戏，怪得多么入戏。噔噔噔噔噔噔，你要养分和露水在盆内，小心灌溉。其实你是盆盆栽，不要紧，是人是物仍然维护你。代号亦是任我改，我叫你玉蝴蝶。你说这声音可像你，恋生花也是你，福之沙也是你，朕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然而飞不飞一样美，呼吸机也像你，早忧伤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在会场和当戏，怪得多么入戏。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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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我哋差唔多啦，明天有机会啊见啦。如果你去湾仔会展嘅话，系咁先啦，吓。